啊，我们先确定一下哈，我上次也有先做这件事情，因为我们的这个评量哦，这一段我刚看这个线上的名单，其实有蛮多都是我们已经非常厉害的老师来听哦，因为我知道其实很多用海地区用的很熟悉的老师，大家已经很熟练用这些互动啊，或者是各式各样的功能，但是很多老师其实不常或者是甚至从来没有用过 iTeach 的测验模式。 OK， 那 iTeach 的评量测验其实严格来讲算是一个比较进阶的功能了啦、哦、所以我们今天要讲评量跟测验为主，那就代表我们今天不会讲太多的基础操作跟基本的东西，但是为了确保大家都能够既然上线都能够跟上一起学，我先确定一下、哦、有多少老师你如果今天之前是从来没有听过使用过 HiTeach 的，可不可以帮我按一下 Google Meet 的举手的功能，我想看一下这样的人大概有多少。 OK， 目前看到两位，诶，有一位又把手放下了。好， OK OK， 两位应该就是两三位啦。 OK， 好好，谢谢。 OK， 好，所以绝大多数的老师应该都是有基础的，那没有基础的老师，等一下我会花五分钟先很快的带大家走一下 HiTeach 的基本的东西。 OK OK， 那如果说你一定还有很多就是比较详细的基础手把手吼，是你会需要上手的那个，后续可能要请大家吼，不管是我们其他还有很多线上的是更基础的研习啊，或者是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影片啊等等的，你都可以去参考哦，那你都可以再更多的去学习，那你今天还是可以跟着学哦，不用担心，我等一下花一点点时间先让你能够至少前面的东西先搞定哦，只不过让大家知道我们今天后面要讲的主要是比较进阶的部分。 OK， 好，那所以呢先来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研习的一个基本的要求哦，那就是说所有老师来参加我们的研习，我们都希望大家是能够跟着学哦，就不是只是听我讲，而是您也能够跟着一起操作这样的状态。所以第一个好像请大家能够预备一台电脑，并且你的电脑里面已经有安装好 HiTeach 5这个软体。好，那你如果从来没有安装过 HiTeach 的，非常简单，你只要打开你的电脑、哦、Windows 的电脑、哦、Windows 的电脑 Google 搜寻 HiTeach 下载， OK， Google 搜寻 HiTeach 下载，你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这个官方的载点，然后点进去按一下里面的 download 的那个按键，就可以把我们的软体载下来，并且那个安装好下载安装档下载好之后，你就把它点开，它自己就会跑那一个安装的程序，它就可以马上把 HiTeach 5安装在你的电脑里面，这个应该非常的简单、哦、所以请大家有电脑并且安装好 HiTeach 5，这是前置作业之一。 OK， 那再来前置作业之二，刚刚讲的是电脑，现在我们要讲一下手机，因为每一个老师如果你想要使用 HiTeach， 你都必须有一组属于你个人的账号，这个是基本的，就是你用任何软体都一样，一定有你的账号，后续里面才能有你的资料啊，你的数据啊，你的记录啊等等的。那我们注册账号的方式，我们一律邀请大家透过我们官方所提供的一个 APP 叫做 HiTA5。所以刚刚在电脑里面安装 HiTeach， 那是电脑软体，现在请大家在你的手机里面能够去安装 HiTA5 这一个 APP， 然后把它装在你的手机里面，你到你的手机的那个 APP Store 或是 Google Play 就会找到它 HiTA5 画面上这个 APP， 把它载下来之后呢，就可以看到它第一个页面就是请你注册登入，假设你从来没有用过的话、哦、那你可以看到我画面上有用红色的数字一还有框框框起来，那边我框了一个 Google 跟一个教育云端账教育云的单一迁入的这个两个按钮、哦、你就可以透过这两个方式去注册你的账号，也就是直接用第三方去绑定，你不用另外去注册一个全新的账号。哦、你只要成功跳到我画面上第二个区域，就是有个红色框框然后写着数字二，那里看到你的名字，好像现在画面上面呈现的 Teacher 10，那是我的名字，以及看到下面有一串十位数的编号，那个就是你在我们系统里面辨识的编号、哦、这样子就可以了，就代表你已经成功拥有一组账号了、哦、就这么简单。 OK，
下载 APP， 透过 Google 或是透过第三方登入之后，看到一组十位数的数字，就代表你已经成功取得一个账号。OK， 好，所以这是我们所有的前置作业。先在电脑里面安装 HiTeach 5，再来在手机里面安装 HiTA 5，并且注册账号。好，把这两件事情完成，我们今天等一下就可以带大家一起跟着我们所有的进度来练习了。OK， 好。OK， 好，那我给大家大概30秒，因为虽然人不多啦，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去 cover 到所有老师，所以这个刚刚如果说有新来的老师还没有用过的话，安装 HiTeach 跟下载 HiTA 哈，我稍微等一分钟好不好？啊，已经很熟悉这一段的老师就休息一下，或是你先练别的东西都可以。我们一分钟后我们就来带大家进到 HiTeach， 然后开始讲我们今天要讲的品量测验的这个部分。老师如果在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哦，都可以随时发问哦。我觉得我今天的声音可能大家需要比较专注一点，因为我平常自认我的声音还蛮洪亮的哦，大家上我的课应该不会太想睡觉，但我今天的声音应该相较于以往可能比较催眠一点哦，但我现在就是真的没有办法大声讲话，只能极限就是这样子了哦，所以大家加油。OK， 好，那我们就往下走哦。如果老师真的有什么问题，记得随时都可以跟我反映。好，那这边一样是比较基础的东西，我还是先带一下哦。因为如果说有老师刚刚才安装好 HiTeach， 或者是你还在跑，等一下要安装的话，记得哦，当你的电脑里面成功安装好 HiTeach 这个软体之后，你的电脑桌面就会出现这样子一个彩色的 Hi 的符号，好，就会出现一个这样子彩色渐层的 Hi 的符号。你点两下这个符号呢，它就会跳进这一个黑色的小视窗，让你去做你的登入，好，让你去做你的登入。OK， 那登入你有两种方法，好，你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就是刚刚我们不是请大家在手机 HiTA 去注册一个账号吗？对不对？哦，那我有说嘛，我会建议大家你可以直接绑定 Google， 或者是直接绑定教育云。那您可以看到在您的电脑端要登入 HiTeach 的时候一样有这两个选择、哦、Google 教育云、哦、所以假设你是用这两个方式去注册的话，你就一样点这个 Google 的 G， 或者是一样点这个教育云的小豆子，然后输入一样的账号密码就可以进去了。又或者你可以直接拿出你的手机，刚刚我们请大家用的 HiTA5 这个 APP 去扫这个 QR code、哦、你可以看到你的 HiTA5， 假设你用 HiTA5 这个 APP 已经安装好的话，你可以看一下它的 APP 的右上角、哦、APP 界面的右上角会有一个开启相机的符号、哦、你点下去你就可以直接用你的 HiTA5 去扫你电脑上面的这个 QR code， 扫进去它就可以把你的账号带进去，然后让你登入你的电脑端、哦、就是透过手机端去登入电脑端的意思，这样子。OK， 好，总之呢，不管你是用哪一个方式都登入成功，就可以进入到我们 HiTeach 的界面，就长这个样子、哦、就是上面有一个横的工具列，然后左边右边各有一条工具列，一长一短、哦、这个就是我们 HiTeach 一开始初始进来的界面、哦、我相信绝大多数的老师这一段应该今天都是非常非常熟悉的啦、哦、那进到这里之后还有一步，还有一件事要做，就是你要告诉 HiTeach 说你现在只是进来了，进到我们的软体里面，那 HiTeach 可以拿来做很多事嘛，可以拿来互动啊，你也可以拿来备课啊什么，所以你今天要告诉 HiTeach 说，哎，我要开始上课了，我要开始上课了，那我要做的事情就是点一下正上方这边有一个开始课堂的按钮，正上方有一个开始课堂的按钮，按下去。好，那如果是熟悉的老师齁，这边可能就有你自己建立过的名单。欸，刚刚同步失败，再按一次就好了。哦，有时候网络不稳可能会失败，重开一次就好了。OK。有些老师齁，如果你已经事先就是都很熟啊，建名单这些什么的齁，这边就会有你自己建立过的名单。哦，那很单纯，你就是选到一个你等一下齁，你今天或者是你每次上课想用的名单，选到它，然后按右下角的开启，这样就可以了。好，那如果刚刚有几位老师少数是今天第一次用嘛，
你从来没有见过名单，我也没有教你见过名单，没关系，你点进开始课堂的时候，你应该会看到两个名单，分别叫做智慧 A 跟智慧 B、哦、智慧 A 跟智慧 B、哦、那个是我们内建预设的名单给大家用的、哦、所以智慧 A 智慧 B 你随便选一个，然后按右下角的开启，这样就可以了、哦、你就等一下就可以跟着我一起去做所有我等一下要教大家做的事情了、哦、就这样子而已、哦、智慧 A 智慧 B 你选一个进去用，按一下开启、哦、那当你按了开启之后啊，上面的开始课堂红色箭头指的地方有没有看到，开始课堂就会变成结束课堂，那就代表你的课现在已经开始了、哦、你的课是现正进行中的状态 OK、哦、那这样子的情况下你等一下就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去操作所有的东西了 OK。 好，那老师们先不用连哦，如果很熟的老师知道啊，等一下我可能带大家体验啊，你就想说我先跟我连线，不用哦，因为我等一下不会用这个课程跟大家连线，好，所以现在先不用跟我连线，等一下我会重新开始一次课堂，然后再请大家跟我连线这样子。好，那我们就前面花了大概五到十分钟的时间，简单的带一下我们基础的流程。那现在我们就要来着重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重点，就是 HiTeach 的评量测验模式。好，那先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今天主要会分三大段来介绍。好，第一大段就是最直接的，好，我们直接话不多说，带大家来教大家怎么使用在 HiTeach 里面考试的模式、哦、到底怎么在 HiTeach 里面考试，也就是等一下我要讲的这一段 HiTeach 的评量测验模式，我会先教你，我会做给你看，然后会留时间让老师自己练习 OK。 这个会是我们等一下的第一段。好，那再来、哦、第二段就是我们会讲一下考试这件事情结束之后最重要的其实是什么，是数据嘛、哦、就是考试的成绩、考试的统计、考试的分析等等的 OK。 那我们怎么样去看到一个在 HiTeach 考完试之后产生的这些数据跟分析，这会是第二段 OK。 那最后一段呢，我们就会讲一些更进阶的、哦、更进阶的东西，不一定你今天要学会、哦、但是让你有一个展望、哦、因为你今天来听了，你一定是想知道 HiTeach 评量模式到底能做到哪些厉害的事情嘛、哦、那今天我们是一个初阶班，先教你简单的，但是有没有更厉害的，有、哦、今天虽然不会手把手教你，但是我要让你看一下、哦、让你知道说哦，我还有一个期待，还有这些东西之后我是可以学会的、哦、所以那会是第三段一些比较进阶的部分 OK、哦、所以我们会分三段来跟大家介绍。那如果有问题大家记得随时留言随时讲，没有问题我们就准备要开始。好，那我的课就如同大家以前如果有上过我的课都知道，我的课、哦、中间不会拉一个大的休息，但是会让大家有一段一段、哦、自主操作练习然后提问的时间、哦、我们就会用这样的节奏去进行 OK。 好，那我们就开始咯、哦、我自己都觉得我今天讲话声音好不像我 OK。 好，首先呢，我们要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一张图。这一张图一样，如果你之前有上过我的研习，那应该都不会太陌生。我们整个我们教学系统的架构里面其实分成两大块，教室跟云平台。我现在框起来那里，教室跟云平台。教室指的就是你的课堂教室里面发生的事情。在课堂教室里面会发生什么事情？老师用 HiTeach 上课，学生呢用IRS， 这个 IRS 可能是遥控器，可能是学生的平板、哦、不管，总之学生用他的载具来跟老师做互动、哦、老师用 HiTeach 推问题，学生用 IRS 回答问题，这样子 OK。 那除此之外我们还提供给老师一个辅助用的工具叫做 HiTA 这个 APP OK， 叫做 HiTA 这个 APP、哦、那 HiTA 这个 APP 刚刚如果是新来的老师我也请你下载、哦、拿来注册账号了、哦、它还有很多其他的功能，今天我们先不是把重点放在他身上、哦、但简单来讲 HiTA TA 指的就是助教的意思 OK。 所以 HiTA 就是一个辅助教学的工具、哦、它可以拿来拍照，它可以拿来操作一些功能等等的、哦、总之老师上课有 HiTeach 作为他的主要教学工具，有 HiTA 作为他的辅助工具，学生有平板或是遥控器作为他跟老师互动学习的工具，这就是教室端里面基本会发生的事情。那云平台端就牵涉到课前跟课后、
哦，教室当下发生的事情就是在教室里嘛，但是课前可能会有预习，可能会有老师的备课，对不对？课后可能会有复习，可能会有老师的批改作业成绩，对不对？ OK， 这些东西走出教室之外，就是在云平台里面。我们提供两大云平台，一个叫做 IES， 是给老师使用的，一个叫做 A Class One， 是给学生使用的。当然下面还有一个苏格拉底，那个我们今天先不讲。OK， 下面那个苏格拉底我们今天先不讲，我们今天等一下后面就会提到老师的 IES 云平台可以让老师做哪些跟测验有关的事前预备跟事后的批改啊等等的。那学生的 A Class One 云平台又可以怎么让学生去进行，可能一个预习卷、复习卷，或者是考试后上去自己练习错题等等的，我们等一下都会介绍到。好，这是我们今天的几个重点这样子。好，那这一张图一样，如果你是有上过很多次的 HiTeach 的课，甚至已经自己在上课很常用的老师，都不会太陌生。我常常讲，我们的 HiTeach 跟老师学生互动最主要的功能四大类：推送、互动、任务、测验。好，推送指的就是老师把东西传给学生，好 ，teacher to student， 好，老师把东西传给学生。那互动呢，就是这些题型嘛，单选、复选、是非、填充 ，OK， 这些都是互动。再来，任务跟推送正好相反 ，student 把东西传给 teacher， 好，就是学生把东西传给老师。比如说，老师要求各组学生画一张画。写一个东西，造一个句子传回来，老师一个一个检视批改，这个叫做任务。OK， 那我们以前在做各种的基本教学的时候大概都会针对推送、互动跟任务去做一些体验教学然后告诉大家可以怎么设计题目等等的。那今天我们要来讲的就是第四个重点，以往比较只有进阶的课程才会提到的测验。OK， 那先讲测验，我们能够做到哪些测验？第一个客观题，这一定要的嘛，最基本的就是有标准答案的，例如选择题、是非题 ，OK， 这种客观题。再来主观题，OK， 是需要手改的，因为它可能不只有一个绝对的答案，好像那种简答、计算题啊等等的，这种主观题。第三个媒体题 ，OK， 真实的在我们教室现场里面常用到的媒体题大概就一种啦，最常用到的媒体题就是。荧屏英文听力所谓的媒体就是你要另外有一个媒体档案的所以荧屏就是会需要一个 MP3 档嘛所以那个叫做媒体题 OK 这个我们也做得到那最后一个就是除了考试当下之外我们能够自动的去做批改跟快速的去做精准的检讨那是什么意思等一下我们都会体验就明白了好那这一张图大家可能就有些老师大部分就没看过咯 OK很多人都知道 HiTeach 可以拿来做考试，但是很多人都会问一个问题，就是那 HiTeach 做考试跟 HiTeach 一般做互动有什么差别 ？OK， 因为如果老师你很熟悉 HiTeach 的互动模式，就知道 HiTeach 的互动模式可不可以拿来做考试？当然也可以啊。如果我今天上完课，最后剩十分钟，我想要考学生十题，我可以在 PPT 里面做好十页，每一页就是一个题目。然后第一页我启动 IRS， 大家作答完之后，我翻牌，我看统计图，然后谁对谁错。再到第二页，我在做第二题之后一样翻牌统计图。第三页一样，做了之后马上可以看结果。这样算不算是一种考试？当然也可以啊。那测验模式跟我一般用互动模式有什么不一样 ？OK， 这边就清楚的先让老师知道一下它应用的情境的差别。OK， 第一个互动模式我们刚强调了一次就是一题。一个页面就是一题，你做完就是翻到下一页，你做完就是翻到下一页。测验模式呢，一个页面一次可以做整张考卷，30题、50题、100题都可以，老师不用在那边一页一页翻，你启动一次，学生就可以把所有题目做完。OK，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既然互动模式是一页一页，那当然它的数据就是分开的嘛，就是这一题的数据、那一题的数据，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但是测验模式既然是数据，就是题目是一次连贯做完，数据当然也就有单题的数据也有，但总体的数据怎么样也有 ，OK 好，所以它的数据就会不太一样，你就可以针对整张考卷去做检讨 ，OK 再来第三个，
你的课堂上面、哦、通常不会只有其中一半嘛，对不对？你可能课堂上也有互动，也有一般的上课，然后最后留十分钟做测验。好，那大家可能都知道，或者是有的人不知道，我们的 HiTeach 有一个特色是上完课之后可以把所有的数据、所有的这些卷子啊等等的都汇出，形成一个课堂记录的总表，它会是一个 Excel 表。OK， 好，那如果是在互动模式里面，所有的数据记录是在一起的，就是互动模式的第一题、第二题、第三题到第八题到第十题，它的数据是全部整合在一起的，因为它就都当作是你这堂课的互动嘛。可是如果你这堂课里面有做测验，通常假设好，比如说这三十题我独立出来是一个考试，这三十题的分数不会跟你互动课堂的分数混在一起嘛？因为老师实际在计分的时候应该也是分开的啊、哦、一个是一张考卷的分数，一个是今天课堂这个课间 的互动或是课间的表现的分数。 OK， 所以测验模式最后汇出来的数据记录会是独立的、哦、它不会跟你其他，就你今天这堂课前面五题是互动模式做的，互动模式做完五题之后，你后面又做了十题的测验，你说那这十题的测验会不会跟它混在一起？它会独立出来、哦、它会独立出来。 OK， 所以这个要先让大家知道。那所以我们就讲到应用情境了，你说互动模式可不可以拿来当考试用？当然可以哦，绝对没有不行嘛，功能在那边，老师只要你觉得实用都可以。你如果今天上完课就是想做个五题，一题一题来，一次翻一页让学生做，再翻下一页再让学生做，那作为一个课间的互动或是简单的复习或是评量，你可以不用用你可以不用用测验模式，用互动模式就够了。可是如果是考试题目比较多哦，这个比较完整大型的考试，那我就建议你用测验模式，就是这样子哦，就是这样子。OK， 那下面还有几个差别哦，很快的讲一下。互动模式呢，就是你可以在 PPT 先预设好哦，或者是即时启动。OK， 在 PPT 在 HiTeach 预设好，或是即时启动。那测验模式呢，也可以即时启动哦，这个是我们 HiTeach 最强调的特色。在 HiTeach 里面，虽然这样讲有一点，大家不应该这么做，可是呢，我们都会强调，你不用备课就可以用 HiTeach 上课。好，就是你事先没有做任何的准备要互动可以，你事先没有做任何的准备要测验考试也可以。OK， 好，那当然啦、啊，考试还会有其他的情境嘛 ，Excel 测验啊或什么，这个我等下都会再讲到。OK， 好，那再来下面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差别哦，就是互动模式，因为我就是在这堂课这个班把这个模式启动嘛，所以我一次就是仅限单班单堂课的去做。我现在在这堂课打开互动模式，学生连上线来，你就可以跟我互动。但是如果是测验模式，我可以发起，例如说全年级的测验，好，一年一班到一年十班，这个礼拜全部都要用 HiTeach 考试。那一年一班到一年十班的任何一个老师走进教室，打开 HiTeach 之后，就可以启动这张卷子考试。好，同时也可以，或是大家不同时间也可以。总之就是你可以去发起这样的一个统一的测验。OK， 好，所以这个呢是它比较大的一个差别。那至于一些什么智慧挑人啊、差异化，那个都没差哦，都可以做，都可以做。OK， 好，所以这一张图表哦，先让大家有个基本的认识，互动模式跟测验模式的差别。好，那真正要讲到测验哦，其实我们能做的不是只有课堂上的考试，好，课堂上的考试是其中一个，我们能做的还有什么？线上自主评量。什么叫线上自主评量？就是让学生回家打开电脑，课前预习卷、课后复习卷自己在家里完成的，那个叫线上自主评量，这个也做得到。或是比较大型，像我们现在一些可能模考啊什么的，会使用画卡、哦、卷卡的方式，然后再用阅这个读卡机、哦、读进来之后的这些数据整合到我们 HiTeach 里面，也做得到。但我们今天就先只把焦点聚焦在智慧教室课堂上的评量就好。OK， 好，好，那前面呢，基本上就算是做了一个介绍啦，做了一个介绍。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实际带大家来操作一次。好，所以我先结束课堂，因为我刚刚说我要开一个真的可以让大家加进来的课。好，等一下我会请老师们都帮我跟我连线，我会先请你跟我连线。你跟我连完线之后呢，我们做大概十分钟哦，体验之后，我就会把时间还给你，然后让你自己去练练看用测验模式。
OK， 好，那我们就先请大家，你可以准备好你的平板或是电脑或是手机都可以，好，跟我连线。我看一下现在线上有48位，好，我就先开100人好了，好，100人应该一定够。好，来，请所有的老师吼，三个方法，大家应该都相对熟悉。第一个，直接扫 QR code， 第二个，输入网址 irs5.cc， 等我一下吼，我把我的网页连接也丢出去。输入网址，输入教室编号跟验证码来加入，这是方法二。方法三，我现在把这个教室的加入的 link 直接丢到我们 Google Meet 的对话区里面，你直接点一下那一个留言区哦，讨论区就可以加入我的课程了。OK， 方法一，扫这个 QR code。方法二，输入 irs5.cc。教室编号175684，验证码8924 ，OK， 你就可以输入，你就可以加入我的教室。好，请大家先加入一下。好，已经有24位老师加入了。好，持续增加中，给大家点时间哦。我们今天没有签到哦，我们最后会有一个签退哦。我们在最后会议的快结尾的时候才会做签退。好，28位哦，应该还有不少人哦。老师，这个可以都注意一下。我今天会请大家跟我连线的这个次数不会太多哦。等一下，我们就是连这一段，我先带你体验过整个测验之后，我就会把时间还给你。再来就是最后要下课之前，哦，因为我们今天还是会抽奖哦，我会再请你连上来一次，到时候有连线的人才有机会被抽中哦。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就只会连线2次而已。30位，好，我们再等30秒左右，好不好？我们再等30秒左右，应该还有10几位老师哦，不知道是比较慢还是说这个不管什么样的状况没关系，我们再等一下下。三种方法，第一个直接扫我画面上这个 QR code， 第二个直接点我刚刚丢出来的一个网址，哦，直接点我刚刚丢出来的一个网址，第三个直接输入哦，打开一个浏览器，不管你用手机、平板还是电脑，打开一个浏览器，输入网址 irs5.cc， 然后输入教室编号跟验证码，我现在都丢在留言区里面了。我都丢在留言区里面了，175684跟8924，我的画面的右上角也有写。对，进去教室里面之后呢，它会呈现一个上课中，请保持专注，停在那个画面就可以了。哦，先停在那个画面就可以了。好，看起来很久没动了哦。好，那等一下哦，我自己呢也来连一个。哦，我自己也来连一个。好，OK，我本人是连了32号，那看起来也一阵子没有动静了哦，好，那我们就开始喽哈。没连的老师也没关系，网址都还在画面上哦，就是连接都你随时点那个留言区都可以。如果有老师比较晚加入，可以请前面的老师再帮我把我丢的那个网址哦复制，再重新传一次讯息出来，他就看得到了。OK，好，那我们就来讲，在 High Teach，我们刚刚说我们今天着重的是什么？课堂当下的考试。OK，课堂当下的考试。那课堂当下考试，我们主要有三种方式可以做。等一下，我三个都会示范给大家看。好，那实务上你常用哪一个，只有你自己知道。好，所以我三个都教你，但是你可以想一下哪一个是你比较常会有机会用到的。好，我们讲第一个叫做随堂纸本测验，它的名字
就很直接告诉你什么情境。纸本 ，OK， 我们最常考试的情境，哦，就是一些平常的小考啊，大概都是这样。我现在手上就是有示意有一份考卷 ，OK， 我把这份考卷发下去给你 ，OK。当然我们现在是远距啦，我不会真的发给你。你想象一下，你在课堂上，你把你的卷子哦，请小老师请抬头传下去，每一个学生手上就拿到了一张考卷。哦，这个画面你先帮我想象一下哦。每一个学生手上现在都有考卷了。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让 HiTeach 来执行施策这件事情。题目选项、题干都已经在他手上那张纸上了。那以往我们就是在纸上写写写写完，可能交换改，然后就是在检讨嘛，大概就是这样嘛。那我现在要怎么用 HiTeach 来进行施策？好，首先请大家看一下，在 HiTeach 里面，我们先认识所有的测验模式哦。按钮长这样，在哪里？在我红色箭头指的这边，那是测验模式的按钮。OK， 测验模式的按钮，你按下去之后，它会跳出三个子选单。好，它第二层会有三个按钮，那对应的呢，就是我画面上这三个按钮。OK， 对应的就是我画面上隋唐纸本、Excel 题库跟 IES 试卷三个按钮。OK。哦，所以记得你要启动测验的时候，就是按一下右下角那个测验模式，然后选一下你今天是要用哪一个方式做测验。那我们现在要来示范隋唐纸本啊，我呢就给大家一个隋唐纸本的范例哈，这边，因为我今天哦跟大家是远距的状态，所以呢我没有办法真的发纸下去给你，所以我把隋唐纸本转换一下形式。变成隋唐图档测验，好不好？就是你可以看到，我现在画面上这一页 PPT 本身啊，就是一张卷子。这张卷子有四题选择题，答案是 A 猪 B A， 然后还有第五题是填充题，答案是数字13。OK， 应该都看得到哈。好，我现在要请你考这张考卷。OK， 我要请你考这张考卷，那我要怎么做？好，大家等一下就可以练习看看。首先第一步，点击。测验模式按下去，隋唐纸本是哪一个？还记得吗？我们回头复习一下，隋唐纸本的按钮长这样，一个人头旁边长出一个问号。好，我们看一下哈，测验模式的第二颗正中间那颗就是隋唐纸本测验。好，我们就按一下。当我按了隋唐纸本测验之后，来你会看到这边它就跳出一个黑色的小视窗，隋唐纸本测验。这个情境下，为什么我刚刚可以强调它不用备课？因为我不需要事前把我的考卷的内容 key 进去，或者是汇入，或者是整合到哪里去，不用。你的考卷就是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就是我刚刚讲的纸本直接发给学生，第二种就是我现在示范的一张图。这个 PPT 不是说什么我有先预设好这一页要测验第一题是什么第二题是什么都没有哦，它就是一页 PPT， 它就是一个图档哦，你就打开一个 JPG 也可以 ，OK， 你就打开一个 JPG 或 PNG 档都可以，它就是一个图档，然后电脑这边系统这边它所需要知道的资讯只有第一个测验的名称，你把它取个名字。好不好？哦，可能是国文第二课小考，英语第三课小考，随便。哦，这里我就先不改。你真正在考试的时候，你就去帮他取个名字。第二个，电脑需要知道什么？这张考卷里面有哪些题目？有几题？对不对？他不知道题干的内容，他不知道这样的内容，没关系，至少你格式要给他，他才能帮你考嘛。好，所以以我背后这一张图档为例，这张考卷的类型是什么？我有四题单选题 ，OK， 我有四题单选题，上面写的嘛，一二三四，再来我有一题填充题，好，没有复选，就这样。哦，这个情境下你能考试的情境，你能考试的题型就是单选、复选、填充三种。哦，我们刚说有很多种不同的考试方式，所以每一种的限制跟优点会不太一样。这一种方便就是很快，不用预设，随时手边考卷拿来就可以考。限制是什么？单选、复选、填充三种题型。OK， 好，那再来下一个要设定的是什么？
单选题有几个选项，因为到时候学生显示要有选项嘛，哦，每一题有几个选项，四个，哦，有的时候可能有六选一的或五选一的，哦，我们这边就是四选一。再来第三个，附件图片，好，来这边就很重要了，附件图片，那就牵涉到我刚讲的你的考卷从哪里来。如果你跟我一样，考卷是一张图，它本来就是一个电子档的话，那你要做的事情就是把那一张图，看你用汇入的方式还是用截图的方式，总之把它放进 HiTeach 里面，然后把它变成 HiTeach 的一页之后，你直接按本页截图。等一下，学生端就会收到后面这个考试卷子的页面，他是不是就看得到题目的内容了 ？OK， 那你也可以不要用本页截图，用什么选择档案。哦，你直接把你的考卷图档存在你电脑里的第一槽或者是某个地方里面，直接把那张图片选出来，啊，等一下一样会派发到学生端。那你说我可不可以两个都不要选？当然可以，那就是我刚讲最单纯的情境，我考试我的考卷直接以实体的情境发下去到每个学生的手上，他手上有真正的考卷纸，他当然就不用附图了嘛，对不对 ？OK， 就这几种都可以。最后设定答案。OK， 设定答案，好像这一题答案是 A 猪 B A， 好，我就把它设进去 A 猪 B A。再来第五题的答案，下面这边有写哦，13填充题。好，我把答案都设完了，眼睛记得要闭起来啊。正常情况下设答案，眼睛是会闭起来的。那有老师会问我说，一定要现在设吗？可不可以事后再设？可以，你可以考完试之后再设定正确答案，是可以的。哦，你可以考完试之后再设定正确答案，是可以的。我们现在所有条件都有了，你再理解一次哈，我的电脑知不知道这张考卷的内容是什么？其实不知道，它只知道这张考卷的格式，这是一张有四个单选题，一个填充题，并且这四个单选题每题的答案都有四个可以选，然后它帮我附了一张图片，再加上正确答案长这样，它知道这些资讯就够了。好，那我们就按一下右下角的开始，我们就按一下右下角的开始。按下去，好，来，我们的测验模式就启动了。各位作为学生，帮我看一下，你就会收到第一个这一张截图。我刚画面上其实也就是我的卷子。再来，下面就有五个题目可以写。OK， 那如果你是拿平板横式的话，旁边这边还有个快速答题区。如果你是拿手机的话，你可以帮我看一下，上面会有一个答题卡的按钮，按一下，这个快速答题区也会跳出来。好，那我现在就请大家帮我当一下学生，哦，正确答案我都写在上面了 ，A 猪 B A 13，你帮我答一下好不好？但是啊，但是，麻烦大家帮我一个忙，不要五题全对，哦，因为你全对，答所有人都全对的话，那个数据没什么参考性啦，哦，你真实考试不可能全班都全对嘛，你随便帮我错个一两题、两三题，哦，随便，然后答完之后，帮我按一下正上方的交卷，按一下交卷，这样就可以了。OK， 好，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哦。对于老师而言，我这边的画面就可以看得到每个学生答题的进度，分三种，蓝色的是没有写的，好，蓝色的是没有写的，红色的就是正在进行中，有没有看到？现在还有一些人是红色，好，绿色就是已经写完，绿色就是已经写完的，好，所以老师就可以很清楚的去掌握到大概每一个学生答题的进度近况如何。OK， 好，哦，那我们看一下，哦，我们再给大家10秒钟，哦，没写没关系，只是让大家去看感觉一下那个感觉，哦，那实际上课比如说我考试可能给大家20分钟嘛，哦，那我10分钟就写完了，我要干嘛？你可以检查，哦，你可以验算，你发现你写错了改答案，重新按一次交卷，哦，我们的系统就会更新你的答案，就是这样子，哦，你改答案重新交卷，我们系统就会更新你的答案，就是这样。哦，所以你可以，学生是可以重复的去检查确认他有没有写错的这样子。OK， 好，来，应该差不多了哈，我就不等所有老师写完咯。如果老师端这边发现 OK， 学生都写完了，那我要做的下一件事情就是点一下正中间有一个红色的停止测验。哦，正中间有个红色的停止测验，按一下确认。好，那因为我刚刚考的都是客观题齁。因为我刚考的都是客观题，所以它自动就会帮我把所有答案都批改完。因为我有告诉
电脑正确答案嘛，所以他自动就帮我批改完。那我刚刚也有说，老师问说，哎，可不可以事后再批？可不可以事后再设答案？可以，你看我现在这边还有个 A， 现在你再进来设都来得及哦。现在你再进来设都来得及，我刚刚是已经设好了。OK， 好，那你看哦，这一张图表呈现的就是我们刚刚五个题目的答对率。这张图表呈现的是答对率，所以你发现蛮有趣的哦。我们前四题答对率几乎都差不多，只有第五题答对率比较低。好，我们的答对率图表其实会有三个颜色。绿、黄、红，绿色代表答对率在 70% 以上，红色代表答对率在 50% 以下，换句话说就是一半以上的人都写错。那50到 70% 的这个区间就会是黄色的。好，所以你一看这张图是不是就马上知道你的班上哪一些题目比较需要检讨。那对于刚刚写完考卷的学生来讲，老师如果你有写的你自己看一下，学生端自己也看得到我哪一题对，我哪一题错。学生自己的画面也会有。所以你可以先自己看过啊，哪一题我可能知道我是粗心啊，哪一题我知道我是这个真的不会，我就可以再来找老师讨论这样子。老师也看得到答对率，学生也看得到自己的答题状况。好，那这上面还有一个按钮我要特别跟大家介绍一下是什么。旁边有个礼物，有没有？考试什么情况下会送礼物，叫做送分啊。好，有的时候我们难免遇到嘛，对不对？考试的题目有什么？有争议。好，那我们就好，那题送分，按一下这个礼物。假设第二题有争议，按一下数字二，就是第二题送分的意思。按确定，他会问你说：“确定把第二题送分吗？”确认。好，你看图表马上变，第二题的答对率就变成绿色的100%。因为所有人都算对 ，OK， 好，这个就是我们能做到的设定答案啊，每个学生自己看啊，老师看图表，老师送分等等的，然后大家帮我看一下我的画面的右边这边哦，还有一大个区块，有很多不同的图表可以看哦。哦，我们现在看的是答对率，还有什么分布图？我们看一下分布图有两块。左半边指的是成绩的分布图，就是100分有多少人 ,90 到99有多少人 ,80 到89有多少人，那个分布图。另一块是知识点的分布图，就是哪个知识点的答对率高。那因为我现在用的是随堂纸本非常简易的考试方式，所以没有知识点。所以没有知识点。等一下我们用别种比较进阶的考法就会有知识点了。OK? 第三个得分表。好，这是每个学生的得分。好，所以老师就可以很清楚的去掌握到学生的一些答题学习的状况。那再来我们就要来看哦，我看了这张表之后应该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一件事，第五题的答对率最低嘛，对不对？那我是不是第五题就要优先检讨？好，那我要怎么检讨第五题？非常简单，你呢就按一下第五题的这个图表，这个红条条本身按它一下，你的画面就会跳到第五题。 OK, 有没有看到画面就会跳到第五题 ，OK, 画面就会跳到第五题。然后你说，哎，那这上面没有题干哦，看得很没 feel。你刚刚传给学生那张图，这边会有一个缩图，按下去就可以点开来预览，你就可以看到第五题的题干。哦，当然，如果是纸本考卷更单纯哦，题目本来就在学生手上嘛，哦，学生就可以看得到哦第五题的题目这样子。好，那你就可以针对第五题去检讨。好，比如说第五题我们刚看正确答案是13嘛，对不对？我就可以从填充题的角度看一下，哎，翻个牌好不好？大家都写了什么？哦，有人写13、12、10的哦，叭叭叭，你就可以针对学生的答案去做检讨。甚至这边哦，我现在只有数字，所以不准。如果说这个填充题是有点简答的那种类型，有没有？你还可以用我们的文字分析功能 ，AI 文字分析功能哦，你可以看学生到底都答哪些字啊？哦，有文字云有没有？哦，那个关键词频有用过的老师应该都知道，都可以用。你就可以去检讨这个题目 ，OK？ 那如果检讨完这题没问题了呢？再按一下这个房子，就会跳回到首页。好，我们换看一个选择题，假设比如说第三题答对率也不算高，57%而已，我就按一下第三题。好，一样跳到第三题的页面，我可以先看一下 ，OK？ 第三题的题目选项是什么，对不对？好，来，那我们就一样看一下统计图。原来第三题正解是 B, 可是
A、C、猪都有人选，那我是就可能每个选项都要检讨一下，甚至我可以怎么样，从选 A 的人里面挑人哦，这个可能很多老师都很熟，选 B 的人里面怎么样加分，好、哦、之类的，你就可以去用到所有我们互动功能里面常用到的这些数据决策的功能，去做一个更有效率的考卷检讨。为什么你选这个选项？哦，为什么你那样想？请你跟我分享一下，等等的。哦，都做完一样，再按一下这个房子，就可以跳回我们的等级结算的总页面。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一个考试情境。老师用一个方式启动一个测验，学生完成那个测验之后，老师可以马上看到测验的结果、数据、图表，然后针对这些内容去做一些更有效率、更精准的检讨考卷。这个就是我们要讲的第一个测验模式，叫做随堂纸本测验。好，那我这三个都讲完，再让大家一起练习哈。因为后面两个，你第一个如果理解了，后面两个其实不难。第二个叫做 Excel 题库测验。好 ，Sorry， 我画的有点丑。好 ，Excel 题库测验，顾名思义嘛，哈，它的题目从哪里来？从 Excel 档来。那 Excel 档从哪里来 ？OK，Excel 档我们的来源有两种，第一种来源当然就是好我们自己的范例档里面有模板。好，如果你上过我的课都知道 ，HiTeach 有提供一个范例档。你如果现在不知道的没关系，等一下我会再讲一次。好，范例档里面就有一个模板，我们家自己的 Excel 模板，就是你照着这个模板去做的 Excel 就可以汇入 HiTeach， 这没有问题。第二个就是三大书商。哦，也就是我写简单一点啦，南一、哦、翰林跟康轩，如果你的 Excel 是从这三家的题库系统出来的，也可以直接汇入 HiTeach、哦、这两种都可以。那我现在呢就直接带大家去看一下一个我们呢、哦、示范的形式，就是 Excel 的那个考试齁。那我这边用了南一他们的国小题库作为一个范例，我用南一的这个电子题库做一个范例。OK， 我简单的做啊，等一下老师，如果你自己的电脑里面有你自己的这个题库系统，你就可以拿来试试看。好，我这边直接用电脑出题后比较快。好，我们就出国小国文的第一次段考的范围。好，选择题，好，选择题这边 ，OK。选出适当的答案，我就很简单了，我就只选一种类型。好，这里实体 A， 好，实体。好，我这边就做很快，因为这个用这个题库系统，就是题库系统出题，这个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好，来，我刚刚就用南一的系统，就是请电脑帮我选了实体选择题，第一次段考范围的。好，到了这边之后，这个页面我比较要特别介绍一下。以往啊，如果我们用这种题库、哦、通常我们就是要汇出题目卷嘛，对不对？我们就是会汇出题目卷，然后看你是要单栏啊、双栏啊、直视啊、横视啊，把它印出来，然后发给学生考。哦，这应该是所有老师都很熟悉的一个情境。那如果你要用 Excel 汇入 HiTeach， 记得、哦、如果你要用 Excel 汇入 HiTeach， 你要选择的是这个汇出 CSV。好，你要选择的是汇出 CSV， 但是这边同时它自动也就已经写在上面，很清楚告诉你这个做法的限制了，仅适用于纯文字选择题。好，仅适用于纯文字选择题。所以如果你的题目有图表、哦、有表格，或是像我刚刚那一个示范，然后有选择题也有填充题的话，请你用刚刚第一种模式，你一样可以用他们的题库，就是像我刚刚讲的。题目卷把它印出来，有没有印出一张 A4 发给学生之后，然后怎么样启动我刚刚讲那个随堂纸本测验的模式，懂我意思吗？你考卷发下去给学生之后，好，看这张考卷是30题选择5题填充，你就在随堂纸本测验设定好，学生就可以开始考了，就是这样子。 OK， 那这边如果你是就真的、哦、只有文字选择题， OK， 那请你选汇出 CSV。 好，我们就来试一次，我就汇出 CSV， 然后把这张考卷输出。好，那输出之后呢？这个都跟 HiTeach 无关哦。现在我要做的，我在做的都是南一本身自己的题库光碟。OK， 好，
来汇出之后呢，我就获得了一张长这样子的考卷。OK， 实体单选题嘛，哦，实体单选题 ，OK， 都有了。好，那这边我还需要请大家注意一件事哦，这个不管你用哪一家的系统都一样，就是他刚刚给你选择汇出的档案叫做 CSV， 有没有？好，那有的比较熟电脑的老师可能知道哦，有的老师可能不知道，就是 CSV 啊，我把它稍微拉开一点哦 ，CSV 这个档案其实 CSV。并不是我们平常熟悉用的 Excel 的档案。好，我们平常熟悉用的 Excel 的档案的档名叫做 XLSX， 中文名叫做活页簿档。OK， 所以这中间你需要做一个事情，叫做另存新档。这跟 HiTeach 无关哦，就是在 Excel 本身里面哦，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如果你要用 Excel 题库的话，这个功能你一定要记得 ，CSV 需要另存新档，变成活页簿档才能放进 HiTeach 里面用。应该说才能在任何想打开 Excel 的界面里面，不管是不是 HiTeach 打开，因为 CSV 在别人那些都是打不开的，只有 Excel 自己打得开。哦，你想要在别的地方打开 Excel， 都要把它存成活页簿啊。所以我们就来试一次哦。来，正上方这边就有个另存新档，有没有？好，按一下。好，我就把它存到桌面。然后呢，我把这个档名改成今天的日期，今天日期是231213。OK， 来，存档类型改成有没有看到 Excel 活页簿后面括号 XLSX？ 我们要的是这个档案类型。储存。好，来，我们看一下，我们去桌面看一下。来，我现在桌面有了这张卷子，231213 Excel 考卷就在这了。好，卷子有了，再来，我们就来实测了。我们就来实测 Excel 题库测验长什么样子，长这个资料夹的样子，记得哦。好，我们就来做一次，来，一样点开测验模式，第三个按钮。刚刚隋唐纸本测验是第二个按钮，现在请你点第三个按钮。点进去之后，它会让你去选择你想要考试的档案在哪里。诶，那你看桌面这边就已经有我存好的231213这张考卷了。按一下开启，它就汇进来了。按一下确认，各位老师，好，它这边现在学生端就可以考试了。跟刚刚的好处，刚刚比起来的好处是什么？看得到题干，看得到选项 ，OK， 好，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嘛，哈，那你就快速的随便帮我写哈，你不写也没关系哈，这个就是写，然后交卷这一段就跟刚刚没有任何的差别，哦，学生就是写，然后交卷，好，这个跟刚刚没有任何的差别 ，OK， 那你写完交卷，我就不等大家写完了，然后因为这个就是跟刚刚完全一样，一模一样的事情怎么样？我就按停止测验，哦，我就不等喽，好。一样，马上帮你做批改，然后可以看分布图 ，OK， 可以看得分表 ，OK， 然后呢，可以针对不同的题目去做检讨，而且这一次的检讨，你就看得到它的题纲跟选项了。哦，这就是跟刚刚的差别。OK， 这是第二种考试的方式。好，第三种我点到为止就好，因为第三种比较难。哦，我们今天可能稍微让大家知道它的存在就好，等一下就让大家练习。第三种叫做 IES 试卷测验。IES 是什么 ？IES 就是我们的云端系统。顾名思义 ，IES 试卷测验指的就是你先到我们的云端系统去编题、制卷，做完之后把这张考卷拉下来放进 HiTeach 里面考试。刚刚前面两种做法各有优缺点。隋唐纸本测验的好处是什么？方便快速，不用备课，不用汇入，直接纸本拿起来，或者是一张电子档拍下来就可以考。但是看不到题纲跟选项，也没有什么知识点那些，就是详细的内容。OK， 第二个 Excel 题库测验好处是什么？
老师可能很熟悉用书商提供的这些题库资源，你可以直接把它用 Excel 的方式汇进来，但是缺点是什么？只限文字选择题。OK， 那 IES 试卷测验一定也有好坏处嘛？好处是什么？很直接，我们自己的云端的系统汇入我们的 iTeach 软体，你说会不会有任何限制？我们都我们自己家的产品，当然没有限制。它的题型是最丰富的，单选、复选、填充是非，哦，这种或者是刚讲的主观题，这种的写作、手写、翻译或者什么简答、填充，哦，或者甚至我们刚讲到的媒体题、英文听力，你要在这个题目里面安插一个 MP3 档，这个题目里面安插一个什么数学函数都可以，它的题型最丰富。而且每一题你可以设知识点，每一题你可以设难易度等等的，它可以是非常详细的题目的性质。那缺点是什么？我觉得也不能讲缺点啦，就是代价是什么？备课成本比较高。哦，你要每一个题目你都上网自己弄好，而且是非常详尽的、非常完整的，那当然你的备课时间就会拉长嘛。哦，所以孰好孰坏，我觉得没有绝对，就是看老师觉得哪一个适合你。我先回答这一位老师的问题。哦，刚刚答案不需要汇入。老师问的应该是第二个 Excel，哦，不是不需要汇入，是刚刚我在用南一的题库本身出来，它汇出那张 Excel 卷的时候，本身给大家看一下，哦，这张卷子本身它汇出的时候就已经有正确答案了，哦，这里已经有正解，所以我不需要再另外去汇入，就是它汇出的时候，它本身里面就已经哪一题的正解是什么，已经在这张 Excel 里面了，这样 OK。好，那所以我们就给大家，所以我们就给大家看一下第三种 IES 测验哦，这个就给大家体旁哦，就是闻香一下哦，知道一下哦，可以做这么完整的考试哦，但是这个比较难，我们今天可能不会讲到太多的细节。好，一样哦，从测验模式这边点进去，刚刚我们剩一个没点过，就是最上面第一个 IES 试卷 ，OK， 按下去。它就会让你，它就会跳出一个这个东西跟我们的 IES 端是联动的 ，OK， 它就会让你在你的 IES 去选一张试卷。好，那我这边就给大家示范一张哦，我之前做起来专门给大家练习用的一张卷子，在这里，我让大家去感受一下它能够做到的事情就好，我让大家去感受一下它能够做到的事情。这张卷子里面题型非常的丰富多元。不好意思，我今天会一直这样清盘。好，来，老师就帮我看一下学生端的画面，你就自己滑一下好不好？好，我就不一个一个讲，你自己滑一下，你想得到的题型上面应该都有，选择题、填充题，还有这种第二题就是一个复音档，那个音档你直接在你的平板学生端播下去，播 ，OK， 然后呢？哦，我第三题还插了一个影片题，虽然我们正式的考试可能不会有影片题，但就让老师知道这个东西也做得到。OK， 是非题，然后这种题组刻漏字，哦，填充题的题组，下面还有个阅读测验，就读一个文本之后要回答个两三题的那一种，全部都有，哦，全部都有。这个就是我在云端能够去做到的一张很完整的卷子。那一样，老师你可以随随便便的帮我答一下，哦，你不写也没关系。OK， 只是让大家看一下，如果今天我看完这张卷子了，哦，我交卷了之后，哦，给大家十秒钟，哦，去浏览一下那张考卷，哦，你不要认真一题一题去看去写，哦，不用，你快速的帮我看一下那张题目卷有什么东西就好，因为我要停止测验了。好，五、四。三、二、一，好，停止测验。来，一样嘛，他就帮我批改。后面的为什么没有改？因为后面有些我没有设正解，因为他有些题目不是，就是像最后有一题是那种简答，他不是就是可以就是单一答案的，所以他有些有改，有些没有改，啊，有些是因为大家都没写，因为填充题 ，whatever， 总之一样，他会帮你做批改，哦，这个都没有变。分布图。除了这个成绩分布图，大家帮我看一下右半边这个知识点比较图，很短，哦，因为我们刚随便写，而且没有很多人写，所以很短。但是有没有看到各知识点的长条图就长出来了？
OK， 这个橘橘黄黄的这里，哦，然后一样有得分表都看得到，哦，都看得到，一样你点进单题去做检讨，哦，一样可以点进某个单题去做检讨，这些都可以。那最重要的是什么？学生自己那边，你看一下，你作为学生，如果你刚有稍微随便写个几题的话，你现在这边就看得到自己的答对，而且你不是只看到对错哦。因为这一张考卷我在预备的时候，我刚刚说嘛，备课成本比较高。我在预备的时候，我有把每一题的解析放进去。哦，我有把每一题的解析放进去。像你看我这个同学，我第一题答错了。哦，正解是猪啊，我选了 A， 可是他这边有解题说明。所以学生不需要每一题都要问老师，对不对？我先看解析。哦，原来是这样，我懂了，不用问了嘛，对不对？学生可以自己先做一波的判断，这样子的考试考卷的检讨分析就会比较精准，也比较有效率。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测验模式里面希望可以去达到的一个效果。OK， 好，所以讲了这么多，接下来就是大家的时间。OK， 三种测验模式。Excel， 对不起 ，IES 试卷测验你现在可能还做不到。哦，那 Excel 题库测验要取决于你现在手边有没有南一和林康轩的 Excel 题目，但是没关系，至少好不好？我们现在刚好35分，我们给大家练习到45分，试试看。哦，那你要把它当下课也可以啦，哦，我是不会特别定义下课，但就是让大家练习，至少你可以练看隋唐资本测验。OK， 啊，有什么问题就随时留言。好，问我 ，OK， 我们给大家十分钟的时间到45分练习看看 ，OK， 请大家就可以先跟我的那个 IRS 就可以先断线了，哦，你就先不用跟我连线了，你自己用你的电脑跟你的手机或跟你的平板，哦，或是电脑另外开一个浏览器，或者是你自己连一个学生跟你自己去做师生的这样的练习 ，OK， 好，大家可以试试看。OK， Excel 的听力测验，因为那个对不起，不是 Excel，IES 的听力测验，因为刚有说嘛，那会牵涉到我们在云端去制卷，那个我下一段才会讲，我下一段才会带大家去看云端制卷怎么做，所以这边大家可以先练前两个，或者是至少第一个隋唐资本测验这样子哦。那对不起，既然有老师问了，我补充一下，如果说你手边没有 Excel 题目。但是你想试试看 Excel 题卷测验的感觉的话，我刚有说嘛，哦，我们的范例档里面有我们的模板。好，如果有的老师可能没那么熟，不知道我们的范例档在哪里的话，大家看我一下哈，我做一次给大家看，给我30秒就好。来，这边 IT 取的左边有一个资料夹的符号，按进去资料夹的符号，哦，短的这条有一个资料夹的符号，上面会有一个预设资源。上面会有个预设资源，点进去里面会有一个范例档。OK， 预设资源点进去里面会有一个范例档。这个范例档你把它点开，如果你从来没用过的话，第一次它会请你下载，那你就下载没有问题，哦，它不会有毒，放心。如果你已经有用过的话，点开里面就会是这样一个范例档的资料夹，其中有个资料夹叫做范例试卷及问卷。范例试卷及问卷，你把它点开，里面会有两个题库光碟的范例试卷，一个是英文，一个是数学。哦，二之一题库光碟英文试题跟二之二题库光碟数学试题，哦，这两个老师们可以拿去练习用。哦，你就把它开启，然后看你是要直接进行测验，哦，还是就是要怎么样？哦，你也可以把它只是用附件的方式附在旁边 ，OK。然后你再点它一下，你就可以另外把它存到你的电脑里面去 ，OK， 好，那或者是你可以直接就是点它的时候，就点进行测验，那它就会把这个 Excel 直接汇进来 ，OK， 好，所以如果想试试看 Excel 测验的老师，可以在范例档里面去找到我们有英文跟数学的范例各一份。好，老师请继续，谢谢。我给大家到大概38分啦，我又占了48分，又占了大家一些时间。
秀娟老师的问题，我现在没看到你的画面，但我想象的是，老师帮我注意一下哦，因为刚开始用的时候，蛮多老师会有一个误解，就是这边，比如说我现在单选题有五题好了，然后每题有四个选项，所以它这边会有，你总共可以输入五个东西。你总共可以输入五个东西，可是这五个东西你最多只就是每一个都只能是 A B C D， 不能是一、哦、如果你的选项是数字的话，就只能是一二三四，不能是五、哦。就是它是一个是题数，一个是那个题最多有几个选项是一到四还是一到五、哦。有的老师会有点误会，所以想说我这边要设的是就是第五题啊，我为什么没办法按到五、哦？因为你的选项只有四个。看一下老师是不是这边他的那个定义上有一点误解、哦、因为我之前有遇过这样的状况。所以我这边写 AB 猪 AA 的意思是第一题的答案是 A， 第二题的答案是 B， 第三题的答案是猪，第四题的答案是 A， 第五题的答案是 A， 它、哦、是这个意思。那你会没办法按 ABC 出以外的按钮，因为你总共就只有这四个选择嘛。如果你的答案选项的格式是数字的话，你就会没办法按1234以外的数字、哦、因为你只有这四个选择。对对对对对，是这样子。好，老师一边练习后有问题先一样留言，我看到会回应。那我去装个水、哦、因为我现在感冒需要大量的喝水。
OK， 好，我看到永安国小的老师有问了一个问题哦，那CSV 的另存没问题哦，那这个部分记得哦，这个部分跟 HiTeach 无关哦，我们现在讲的另存是 Excel 本身哦，其实 Office 档案都一样哦，它的另存 哦，就是你打开了一个 Office 档案之后，左上角这边有个档案哦，左上角有个档案，按下去之后。就会有个另存新档可以选，就会有个另存新档可以选。好，那你按下去，然后就看你要存到哪里嘛。你先选择你要储存的位置，OK。然后在存档的时候，除了档案名称可以改之外，下面会有个存档类型。哦，那这边 Excel 它就有那一大堆这么多种的档案格式。哦，那总之你要记得把它存成就是活页簿，也就是 XLSX。这个格式，好，然后按储存，这样就可以了。好，这样就可以了。好，其实这个就顺带一提哦，老师如果不熟悉的话，很多东西都是这样。比如说，你想要把 Word 档另存成 PDF，哦，其实也是一样的做法。哦，或是你要想要把 Excel 的表格存成 PDF。我其实都是一样的事情，就是另存新档，存成那个对应的档案格式。好，那现在48分，OK，然后应该差不多10分钟左右的练习，可能还有些人还要练习，然后但没关系，我们就大概抓一个时间，然后让大家稍微有点摸索哦。那还不熟的没关系哈，我们这个回去大家就是都可以再找时间再练啦，OK。好，那我们就继续往下走喽，我们就继续往下走。来，刚刚带老师们做完了哦，这些3种类型的 HiTeach 测验，大概都知道一下它的特色，它能够做到哪些事情之后。OK，好，这边就是给大家看一下，这就是各位刚刚都已经体验到的画面。然后学生端，你用平板、用手机哦，都可以去做这样子的答题。然后呢，做完之后，这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老师端可以看到答对率，老师端可以看到这个成绩分布啊，这个知识点分布啊，然后等等。然后学生端也可以马上看到自己哪题对，哪题错，然后需不需要一些解析哦，这个自己先去了解会不会。这些东西我们刚刚都看到了。好，那最后就是当 HiTeach 上完课之后，我们最后要来把这堂课的数据汇出。OK，我们最后要来把这堂课的数据汇出。好，那这一堂课的数据要怎么汇出呢？其实跟我们一般用 HiTeach 也一样。OK，大家记得，只要你用 HiTeach 上课，不管你有没有考试哦，不管你有没有考试，只要你是用 HiTeach 上课，正上方结束课堂按下去。上完课就是按结束课堂就对了，好，不要忘记按结束课堂，忘记按结束课堂很可惜，因为你这堂课的记录都就没有留下来，好，那就很可惜了。OK，好，我们就先结束课堂，看一下它会发生什么事哦。这整堂课的整个资料，它就会先帮我做一个快速的存档，然后存下来的档案呢，它可以汇出成一张 Excel 表，好，我们看一下，它会帮我汇出成一张这一堂课的 Excel 总表，其中。考试的数据，它会帮我独立存成一个 Excel 的分页。好，我们看一下。好，它首先会跳出这样一个全班学习表现摘要。那请大家帮我注意一下，这个时候右下角这边哦，画粗一点。OK，右下哦，我不应该用蓝色的哦，粗归粗，但是跟我的底色整个嘎在一起。好，换个颜色好了。对，我们要荧光笔用红色的。
OK， 好、哦，右下角这边有一个白色的箭头往右，有没有？那个叫做汇出数据，好，你就按它一下，他就会问你说，哎、欸，你是要把这堂课数据汇出哈？然后我就对，比如说我汇到桌面，好，存档。OK， 他就告诉你这堂课的数据已经成功汇出。好，那我们就去桌面给大家看一下，我到底汇了什么东西出来。来，桌面这边就多了一个 Excel 档，是我刚刚汇出的。我按一下哦。来，这边就会有刚刚那堂课，你看有没有基本的学生出缺席啊，然后加分啊等等的这些东西，这边都会有。那刚刚我总共做了三次测验。因为我三个各示范一次嘛，随堂纸本 Excel 跟 IES 我各示范一次，所以我总共做了三次测验，这边全部都有。可是你如果看这一张图，你会发现它这个总表是把所有测验全部嘎在一起。哦，甚至如果说你中间还有做一些互动啊、填充啊、是非啊，它全部都算在一起。哦，那这肯定不是我们一般考试要的情境嘛。我们一般考试肯定是每一次的单独的考卷的成绩都是要分开独立计算的嘛。好，所以看一下哦，左下角这边 Excel 的分页，哦，大家都知道 Excel 下面会有分页嘛。这边有没有看到有三个分页？课堂是测验数据一二三，全部都有一个独立分页。我们就以刚刚的课堂测验数据一来看，这边就是刚刚第一次考试，也就是随堂纸本的那一次考试，每一个人的名字、每一题的得分率、每一个人的分数、每一个题目他答了什么，这边就全部都有完整的记录。这就是一张简易的，但是也很完整的成绩单了。哦，所以这个就是每一次只要你用海底去上课，都会产生的东西。哦，你只要记得结束课堂，它都会产生这样的一个东西。OK， 好，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最基本的课堂数据的保存。OK， 这个就是一个最基本的课堂数据的保存。好，可是讲到这边，那老师一定会有一个期待，就是课堂数据、测验数据能不能不只有就是很简单，谁答什么，答对几题什么的，它应该还有一些更完整、更进阶的东西。好，所以为什么没有看到这张图了？因为接下来从这一刻开始，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的东西就会进入到云平台的阶段了。刚刚我们讲的东西，除了我有一张考卷是从 IES 抓下来，我还没教你怎么去 IES 制卷，但我的考卷是从 IES 抓下来的。除了那张考卷之外，所有的东西我都是在这台电脑的 HiTeach 里面做的。我在 HiTeach 里面用纸本试卷，我在 HiTeach 里面汇入 Excel， 然后汇出这个最后的成绩表格什么的，全部都只在本机电脑里。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牵涉到云平台的东西咯。好，来，首先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老师的云平台，叫做 IES。 OK， 老师的云平台叫做 IES。IES 可以做的事情很多，我们之前也开过几次针对 IES 的研习。那今天我并没有要针对 IES 去做比较广泛性的介绍，我们只针对 IES 里面跟考试有关的事情来讲。所以 OK， 我们就先不看这么多就是特殊的功能了啦，好不好？我们今天就聚焦IES 里面的什么？考完试之后要看得到一些图表嘛，对不对？刚刚我们 HiTeach 里面有一些图表，对吗？有那个答对率啊、成这个分布图啊什么的。可是汇出 Excel 之后，它就变成一个数字而已。当然，如果你 Excel 很熟练，Excel 上面的数字你都可以在 Excel 里面把它变成图表、变成长条图、变成圆饼图，这都是 Excel 本身的功能。可是那还是要你会用 Excel 的情况下。那有没有我们自己就可以产生各样的图表数据？有，当你进入到我们的 IES 云平台的时候，就可以看到。我这边先给大家看图，等一下我会实际登入 IES 给大家看一下，真正的画面。OK， 所以这边你就看到有一些什么成绩分布图啊、平均分啊，还有知识点的雷达图啊，什么看不清楚没关系，就只给大家看一个大概，就是给大家看一个大概。等一下会给大家看真正的画面。好。再来，在 IES 里面，还记不记得我们刚刚，如果以我们最后一张考卷为例，我们最后那个 IES 抓下来的试卷里面有一些主观题型，对不对？是你要写像刚刚那一张 IES 的英文考卷，最后一题是要写短文的。哦，那短文系统就没办法自动帮你改嘛，
那老师就要自己批改啊，对不对？那 IES 云端就可以让你去批改学生的手写或者是一些主观的题目，好，就可以去做这样的批改。你现在画面上看到这种批改的功能 ，OK。第三个 ，OK， 你可以看到在 IES 云端我们能做到什么事情？成绩的结算 ，OK， 像我考一次试得了几分，或者是我平常课堂上的加分，或者是再牵涉到更多，我们如果用一些课前课后有一些预习的作业、复习的作业、缴交等等的，你一堂课一整个学期下来会有很多的分数嘛，对不对？那我们的 IES 就可以针对这一堂课所有的分数累积起来去做一个总结算，这就是我们 IES 的成绩结算功能 ，OK， 这个等一下我都会给大家看真实的画面。好，那再来学生的部分，刚讲 IES 是老师的云端，学生有学生的云端叫做 A Class One。好，那我们刚讲了老师的云端能做什么？老师的云端可以去批改学生的考卷，可以去看到每一次你进行的考试的一些比较整体广泛性的数据。OK， 可以去针对一整个学期结束之后的成绩做学期的结算，这些都是老师应该要有的功能，也确实有。那学生呢？学生要的其实不多，就是他个人的学习要被保存，他要可以复习，他要可以上去不断的就是把不会的地方补救起来，对不对？所以学生个人可以看到什么？第一个，每一次的考试，学生端都可以去看到这些他个人的测验的结果 ，OK， 他个人基于应该说他个人比较于全班哦，哪些地方他可能比较弱，哪些地方他可能比较强，他的分数大概落在哪里哦，等等的这些东西 ，OK， 你就可以让学生去看得到。再来，刚刚前面有说，老师可以针对学生的主观题型去做批改，那既然老师可以改，学生一定要看得到嘛，不然老师给了一堆批注评语，学生看不到，那没什么用嘛，对不对？好，所以学生当然也可以在他的云端去看到什么，看到老师所给予的一些评语回馈，这边他都看得到。OK， 以及第三个，学生端我们还能够做到一件事情，叫做做题练习库。也就是说，所有只要是这个学生这一门课，哦，注意哦，是这一门课，他不会跨课，因为国语跟英语的错题不会摆在一起嘛？好，假设我今天这一堂是1-1、2学年度第二学期的数学课，16周的学期，一学期16周上下来，我每一次的考试，不管是在 IES 的考试，不管是在 High Teach 的考试，所有的考试我错过的题目，它就会自动帮你保存下来，变成一个错题本。然后呢，学生就可以在这个错题本里面去不断的重复温习自己错过的东西。OK， 而且我们的错题本不是只是说把题目丢进去，然后让学生去就是随机的练习哦，不是。好，现在其实在做错题本，大家都会去采用各式各样的一些研究，或是有一些理论背景来让学生的学习更有效率。哦，像有的会用到 AI 啊去推送哦，你这个知识点不熟，我就给你类似的题目。哦，这种的也有。那我们家的错题本的做法是什么呢？哦，可能有的老师以前我们在学教育，哦，因为我本人是学教育的嘛，哦，以前我们学教育的时候学过的一个东西叫做 flashcard 闪示卡，OK，因为有一个理论，哦，这个兼不是这个大学课啦，哦，只是稍微让大家知道，像我们在制作的时候，我们采用的逻辑就是遗忘曲线，OK，什么叫遗忘曲线？如果老师你对这词不熟的话，简单来讲，白话文哦，就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理所当然的事情。一件东西，时间过得越久，你就会忘记的越多。我就是这样。假设你今天背了英文1000单，过明天你可能剩几百单，后天你可能剩几十单。哦，这叫做遗忘曲线。但它是有一个研究，就是大概过几个小时、几天之后，它会忘记多少。所以换句话说，你在它快忘记的时候，再让它复习一次；又快忘记的时候，再让它复习一次，那个记忆就会越来越稳固。OK，好，那我们的做题本采用的就是这样的逻辑。我收集进来的全部都是你错过的题目，可是我怎么知道哪些题目是你就是真的很会，哪些题目是你真的就是不太会，你需要反复练习的？当你点进我们错题本之后，等一下我会给大家看实际的画面。我们第一个问你的问题不是这题的答案是什么，我们把题干跟内容秀给你之后，我第一个问你的问题是你觉得你会不会？这个东西叫做提取。
OK， 就是学生一看到题目，他需要自己先去判断啊，这题我知道啊，这题我不知道，然后他就要去选。OK， 那他当然需要对自己诚实啦，然后他就要去选。所以渐渐的，每一次的练习，是不是就会区分出几个不同的题目的箱子？这个同学很熟的题目在这一箱，这个同学有点不熟的题目在这一箱，这个同学觉得他完全不会的题目在这一箱。好，那在背这些当然不是实体的箱子，然后就是我们背后运算的引擎。那每一次学生要来练习的时候，他就会针对哪一些题目，你在这个时间点，比如说已经过了两天了，过了三天了，你在这个时间点最需要再提取出来练习，对你的加速记忆、稳固记忆是有帮助的，他就会从那个箱子里面抽题目出来让你练。OK，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错题本的设计逻辑。好，等一下会让大家看。好，讲这么多，我们就直接去看云端，好吧？好，来，我们带大家去看一下我们的云端哦。那老师们，我不确定在场的人哦，可能有些人有用过 IES 云端，有些人没有。好，那但都没有关系，我呢就一样先带大家走一次。来，我先把，不是哦，不是这个，稍等一下。好，我把我们 IES 云端的网址也贴给大家哦。你有用过就会熟，没用过也没关系，以后你就先当做第一次进去逛一下。OK， 来，我把那个 IES 的登入网址丢在我们的 Google Meet 的对话框里面了哈 ，www.teammodel.net， 然后 log in， 就是我们的 IES 登入网址。登入网址你点进去之后会看到我电脑上这个画面。刚刚我们有说嘛，我们有一个老师的云端跟一个学生的云端，那他这边就有两个入口，对不对？那我们先带大家去看老师的云端。OK， 所以我从老师身份点进去。好，等一下，他登太快了。哦，好，老师进来之后，你一样，你可以用 Google， 你可以用教育云，就是看你的账号是怎么注册的，就怎么登入都可以。一样也可以开 QR code 变成用扫描登入的方式都可以。哦，总而言之，就是你可以用 HiTA 去扫，你也可以直接用你现有的这个账号密码去做登入。哦，就是登进去。好。登进去就长这样，好，登进去。当然，你如果是第一次用吼，你里面的数据啊、内容啊，不会像我一样有这么多东西，好，但是基本上登进去就长这样 ，OK， 基本上登进去就长这样 ，OK， 好，那登进来长这样之后呢，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带大家来稍微看一下我们刚讲的几个东西，好吧？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我们刚讲的几个东西。来，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刚刚说嘛，每一次考完试，来这边可以看得到，不好意思 ，OK， 这边可以看得到每一个学每一次的测验的一些整体的数据 ，OK， 你看，好、哦，这边就是一个一个的测验，一个一个的测验，好、哦，每一次的测验的整体的数据 ，OK， 每一次的测验的整体的数据，这边都会有，好、哦，这边都会有。每一次的测验的一个整体大概的一个数据 ，OK， 在这边。好，那再来哦，手写题批改，好，给大家看一下哈、哦，我们这边都有内建一些比较，就是可以拿来给大家当做范例的。好，来，像以这张考卷为例，哦，我们给大家看一个学生，来这里。好，来，这里就是一个学生的手写题，老师就可以点进去做批改 ，OK， 老师就可以点进去做批改。好，这些东西我今天不会教你细节，因为我们今天也没教大家用那个卷卡嘛，哦，手写是卷卡的时候才，就是他真的是写作文写的进去才会有嘛，哦，所以我今天没有教这些的细节，但要让老师知道有这个东西哦，就是你可以点进去，好，这边可以批注有没有？哦，这边可以去批注，哦。G 哦，我现在用滑鼠，当然比较难写啦。哦 ，Good，OK、okay。按到 HiTA 去。OK， 好、哦，你就可以去哦，看它的批注，哦，更改它的批注。OK， 这些都可以。OK， 好、哦，所以这个就是老师端能够去做的。每一次的测验都有数据，每一次的测验如果有这种要批改的东西，你在云端就可以去做批改。再来第三个，我们刚刚讲老师端能够做到什么？成绩的结算。
好，我们就带大家去看一下成绩的结算。OK， 所以呢，我就看到我的课程里面，来，我这边一样有个范例用的哈。来，在我们云端每一堂课，哦，这边都会有一个，每一个这边都是一个一个的课程，一个一个的课程。好，来，在课程的界面的右边这边就有个成绩统计，成绩统计。好，来，你看，这边就是这一堂课所有学生进行过的数据自动记录在这里。所有学生进行过的数据它就自动进行记录在这里。它预设有什么？它预设有课堂，就是平时表现。它会告诉你课堂记录，课堂记录的比重啊什么，你可以加不同的项目什么的， OK。然后呢，评量 ，OK， 作业 ，OK， 学习单这个是我另外加的，哦，学习单这个是我另外加的 ，OK， 好，哦，你看他这边如果看详细，就是这样，出席啊，计分板啊，吼，哦，然后就是互动分数啊，它有不同的内容，哦，就是反正它有很多的细节是老师可以自己去调整的啦，吼，哦，我这边不讲太细，哦，但就它有很多的东西是老师可以自己去调整的，好。那我们看一下哦，我这边就假设以上课堂评量作业学习单，它会自动帮你记录的都是什么？它会自动帮你记录的都是 HiTeach 来的数据哦，对吗？因为这是我们的云端嘛，可以理解吗？如果你在 HiTeach 里面有个加分，这边就会有；如果你在 HiTeach 里面做测验，这边就会有记录；如果你在 HiTeach 里面考试，哦，这边就会有记录。好，可是老师一整个学期上课，真的每一堂课所有的成绩来源都是 HiTeach 吗？当然不一定，对不对？所以有没有可能我另外写了一个，请学生交了一个心得报告，它就是一个 Word 档，跟 HiTeach 完全无关，它就是印出来的一张纸，一个报告交上来，我有给分数，我要加进去，怎么办？我们看到这边有个加号，这边有个加号，按一下，新增活动项目，确定。好，新项目我帮它取个名字，好不好？新项目的名字叫做这个阅读心得。OK， 好，阅读心得百分比是多少？哦，看你的占比，比如说 5%。OK， 然后呢，编辑学生分数。你就可以把学生的成绩一个一个，或者是你如果现有已经在 Excel 里面有没有整条贴上来，我这边就示意编几个学生的就好。比如说第一位这个吕小乐80分，880，第一位吕小乐80分，第二位70分 ,77, 好，这边啦，好，第三位这个100分。好，我就是三位就好，确定。好，储存。来，阅读心得的百分比就跑进来了，这边有没有看到？啊，它为什么变红色？因为我现在百分比超过100了，哦，我现在百分比变105了，哦，所以它提醒你哦，百分比变就是超过100%了，哦。但总而言之，要告诉老师就是说，因为这个功能其实以前好一阵子以前很常有老师敲碗，就是说，哎 ，HiTeach 可不可以把学期成绩结算？哦，那以前我都只能跟老师说，哦，我讲话也很实在，我不会骗你。以前你要做的方式怎么结算？就是所有汇出的 Excel， 你要用 Excel 本身的 summary，哦，就是它本身的不是 summary 啦，动 summarize，哦，就是它去做结算，它去的公式去做成绩的结算。那现在不用了，哦，我们的云端就能够自动的去做这件事情，而且不是只有在 HiTeach 里面的可以哦 ，HiTeach 以外的东西你也可以自己去新增，然后把分数放进去去做成绩的结算，这都做得到。OK， 好，所以以上这一段哦，因为我今天没有细讲 HiTeach， 如果你不太熟，你不知道怎么操作，没关系哦。我们今天的重点是刚前面那个，让大家会做测验，哦，只是让大家知道说哦，这边你还能够做到这些事情啊。如果你是有操作过 HiTeach， 或是如果今天结束之后你去看一下我们以前 HiTeach 的研习，这边你就会知道，以前我们在 HiTeach 建立完一个课程名单之后，这边的一排功能里面是没有这个成绩统计的。你现在如果你是会用的老师，你再进你的 IES 看，就有这个成绩统计了。哦，这不需要什么另外的授权或花钱，不用，这个就是内建在里面的功能了，它就看得到成绩统计了。
OK， 现在就是所有人都看得到，只要你有在用 IES。OK， 好，所以这个是老师端的部分。好，那再来一样给大家看一下学生端，我们刚刚讲的，那就一样的登入网址。刚刚我们是选上面这个老师身份嘛，我现在选下面这个学生身份给大家看一下。好，我一样登一个我们示范在用的学生。好，稍等我一下哦，我登一个我们示范的时候在用的学生给大家看。好，来，这个学生呢，好，他就有这个平量。哪里啊？这个好，好，首先你可以先看一下，好，这个学生就可以看到，至于他个人每一次参与评量考试的一些结果，好，然后呢，他的弱点，好，他应该要努力的，他需要小心的题号，有没有发现这边都列给他很详细哦？就是我们帮助每一个学生都能够很清楚的去知道他自己到底缺什么，他需要什么。OK， 那你看哦，像刚刚我们说，如果说这个学生他有得到老师给他的手动批注，来这边那个故事是我刚写的，还记得吗？我刚刚才写的，老师给他两个批注，一个是 go， 一个是 good。好，学生这边都看得到他从老师那边拿到的 feedback， 所以学生自己上来他就可以去练习去复习所有他做过的这些题目。OK， 好，这个部分，然后也可以是给他的一些回馈。这都是看得到的 ，OK。好，那再来，我们看另外一个学生哦，因为我们有设定几个，就是给大家当范例用的。我们来看刚刚讲的那个错题库的部分。好，来，我们看这一个学生哦，这一个学生呢，也是我之前哦，就是有做的一个示范。他在这一门课里面总共错过21个题目。好，他最近一次来练习他的错题本是什么时候呢？五天前。建议你什么时候练习？今天。这个建议复习其实蛮有趣的哦。就大家知道，有时候我们以往的学习会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打铁趁热。哦，当然不是说打铁趁热不对，他看情境。你如果今天你就是一个英文单字，你今天又背，明天又背，后天又背，死背，连续背三天。不一定会好过你今天背完之后隔两天再拿起来一次，隔三天再拿起来一次。OK， 这个就是遗忘曲线的概念，就是什么时候快忘记你再把它提取出来，来加深那个记忆。好，所以系统会建议你，如果你今天都已经练习很多了，你今天再练意义也不大，因为你可能也记不住。他会建议你明天再来练，后天再来练。好，那但是因为我已经很多天没练了，然后我再建议你赶快练习。好，那我就马上复习来。你可以选择你今天要练几题，好，我就举例十题好了，按一下开始。好，第一个题目马上跳出来，算式二的三次方乘以五的三次方之值为何？有没有看到？没有选项，因为他第一个要问我的问题，并不是答案是什么，而是我觉得我会不会。那我就要在我脑海里马上去想啊，这个次方的运算哦，我觉得我应该会啊，然后再来写正确答案。好，我就随便写，比如说一千。提交，好，答对了 ，OK。可重点其实还不是你答对答错，重点是你刚刚前面提取那个过程。我觉得我会不会下一题 ，OK？ 已知这个东西好，以判断下列叙述何人正确好。虽然我还没看到它的选项那个下列叙述，可是我可以稍微看一下啊，我知道这个大概在考什么，这个单元我熟不熟啊？我不会，好，一样，好，就去给你写答案，提交 ，OK。就是这样子，他每一个题目不是直接让你去练答案，他是让你去练我知不知道答案，我有没有印象答案，透过这个过程来加深你的记忆，这个就是我们的错题练习的一个机制。好，所以这是我们家也是海底局最近做出的一个新的特色功能啦，叫做错题库的部分。好，所以这边当然今天比较多是这一段是先用一个就是比较偏体验性质来让大家看一下。好，那刚刚讲错题库还有很多种不同的形式，像如果说今天有的老师之前就问到后反应很快，马上发现说那如果我们在海底局里面考试用的是纸本测验，
那你的错题，因为我们纸本测验刚不是说没有题干嘛，对不对？那你的错题还会秀出来吗？哦，给大家看一下，这就是纸本测验的长相。你拍上去的那一张卷子，哦，它会呈现在旁边，这样子你可以把考卷拍照，它会呈现在旁边。OK， 那或者如果 HiTeach 里面用的考试是题组，有没有它的那个文本哦，也会呈现在旁边。哦，所以这个都是做得到的。哦，这个都是做得到的，老师不用担心。好，讲完了这一段，哦，终于我们要再回来讲一个就可以让大家练习的，也是刚刚有老师问到的，就是在 IES 里面怎么去做考卷，甚至有老师直接问到，就是怎么来加入英档的这个部分。好，所以接下来我要教的这个部分，就是在 IES 里面制作一份专属试卷。为什么我算它是进阶功能？它其实跟刚刚我们一开始做的那个 IES 考试不是连在一起的吗？这两件事情都要会，你才能做那个 IES 考试啊。哦，对。但是呢，对于一般刚入门的老师来讲，学这个可能会有点吃不消。哦，所以我把它算在进阶功能。但如果老师你对测验刚刚已经大概熟悉了，那这里，来，我教你怎么在云端做考卷，好不好？我这边就不用我的 PPT 了，好不好？我直接带大家，我们在云端直接现场操作一次。所以请大家再一次的登入教师端的云端。OK，好，老师登入教师的云端之后，请你就跟着我一起做哦，就跟着我一起做。好，首先看一下，好，我先截图秀给大家看哦。哎，等一下你要做的事情，哦，等一下你要做的事情，请你登入 IES 之后，帮我点击我的资源里面的个人题库，哦，我的资源里面的个人题库，OK，好，我们点一次，来，我的资源里面的个人题库，好，点进去之后，你会看到里面分有两个分页，一个叫做试题，一个叫做试卷。我们先留在试题这一页。然后试题，你往右手边拉，就会看到旁边有一个新增题目。OK，有一个新增题目。好，那我们就来试一下吼。来，我就在试题这边点新增题目。来，这边就是老师你可以去编题的地方。好，这边就是老师你可以去编题的地方。OK，你可以在这边设定题目的难易度啊、题型啊什么的吼，这些老师们大家可以自己试试看。那我这边就先以最单纯的形式示范一次给大家看，就是呢，我就以单选题，好，题干呢，这边我就输入一段，好，比如说5+5等于多少？好，假设这是我的题干，好，那刚刚有老师问到的嘛，怎么加入图片？有没有看到这上面就有一排编辑码？哦，你就可以去做很多的事情，比如说把题目加粗啊、斜体啊、超连接啊，来这边。我们看到我现在箭头指的是这里，picture 图片就在这边，影片，还有嘞，这个音符、音档，OK。如果你今天要做的是音听，就是要把你的音档放上来，就是要把你的音档放上来，就是这样子。那甚至啊，你的图片啊，如果比如说我现在打开一份 PPT 哦，假设我的图片哈是这个，这本书是我的图片好了，我可以直接复制。哦，我现在从别的地方复制来，然后直接来这边贴上。哎，这格式，哦，我不确定可不可以直接从 PPT 贴过去。好，看来没办法直接从 PPT 贴，抱歉。好，我换一个，比如说。网站上的图片，好，随便一个，好，这个图片，我试一下哦，OK 就可以，OK，好，图片你除了可以从这边去新增之外，你也可以直接，然后你可以把它放小一点，然后不要那么大，OK，好，你除了直接从这边一个一个新增之外，你可以直接复制然后贴过来，这样子。OK，所以你看我这边就有题干了嘛，对不对？然后有图片哦，那你当然也可以加音档或什么的。然后下面这边就可以去设定选项，好，下面就可以设定选项。比如说我的答案，我题目是5+5嘛，
好，选项就可以有这个，比如说八、九、十、11。好，那正确答案是几？十嘛，好，所以正确答案就是 C。我在旁边这边就设定正确答案。好，那下面就可以加解析。这个解析就是还记得我们刚刚，如果你是用 IES 试卷在 HT 里面考试，对不对？考出来的结果，学生端是不是就可以看到我答对答错之外，他可以自己看到解析？就是我刚前面有讲，学生自己看完解析，如果觉得啊这题我会或这题我不会，他就不用再另外问老师，他就可以直接的去把他的答案就是。他就可以直接的先去自己反思。OK，这题我已经知道了，我就不用再问，就可以节省一些时间，这样子哈。所以这边就可以新增解析啊，或者是补救资源等等的。好，那补救资源这个超连接是指，如果学生到他的 ACLASS ONE，就他刚的云端去看到这题的时候，他可以点哦，比如说点进去是一个什么英才网的影片啊，哦，是一个这个学习霸的影片啊，哦，都可以哦，你就可以再去做一些资源连接等等的。好，总之你编辑完一个题目之后，右上角这边按一下储存，好，就存起来了。好，存起来之后呢，你就可以继续去新增很多题目，对不对？好，那我这边先教大家一个东西，等一下让大家练习一下编题这一段哦。假设你今天已经新增了很多个题目哦，假设你已经新，我现在只新增一题啦，哦，但我原始就有很多题了嘛，哦，所以假设你已经新增很多题。我们刚新增的都是一个一个单题，对不对？那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是什么？让它变成一张卷子，让它变成一张卷子。所以你就要从试题这个分页移到试卷这个分页，试卷这个分页。好，那试卷这分页上面呢，大家帮我注意一下，试卷这个分页上面，哦，试卷这个分页上面，右手边就会有两个东西，分别叫做。智慧主卷跟挑题主卷，这其实就跟我们一般熟悉的题库系统一样，系统帮你选题，跟你自己手动选题，就是这两种。好，那我们来示范一下哈，我挑题主卷来示范好了，按一下挑题主卷。好，挑题主卷它从哪里挑？就从你已经刚刚在试题库里面建立好，假设你建了10题、20题、30题、100题，就从这里面去挑。OK。好，那怎么挑呢？好，比如说刚刚我才建好这一题，很眼熟吧？我们刚热腾腾建好的这题，我想要，那你看一下右下角这边有个选题，就按一下。好，我就把这题选起来了。好，那假设呢，下面这个一加二加三加四，好，这题我也想要，我就再按一个选题。好，这题也就被选起来了。你就可以这样子一题一题一题去选。好，那你选完之后，假设我就选两题就好，我先选两题就好。我这张考卷总共就只有两题哦，非常佛心。有没有注意到右下角这边有一个小绿色，长得像购物车？我都常觉得我们这个机制设计长得像卖，就是逛虾皮。这个我想要，我选起来；那个我想要，选起来。然后最后你就干嘛？点一下这个购物车，点一下这个购物车，预览试卷。好，它就会跳到一个试卷预览的画面。你看这边就有两个题目。哦，就是你刚选的嘛，他把这两题组成一个试卷了，然后接着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去编辑它的分数，哦，每一题占几分？像它现在预设总分是100嘛，啊，预设是两题各50分，你考卷总分一定要是100吗？不一定啊，你可以总分只有78分哦，然后两题各几分，两题分别是几分，你都可以自己去设定，哦，然后再来是上面的试卷名称，哦，比如说我这个试卷叫做1213 exam。OK，假设哈，我设了一个试卷名称，OK，来，你看这边就有试卷名称，一二一三 exam，好，都设好之后就按一下右上角的储存试卷，这张试卷就存起来了，OK，这张试卷就存起来了。那下次老师你要用 HiTech 的时候，点开 HiTech 里面的 IES 测验，就可以找到这张卷子了，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子。OK，好，那一定会有老师问说，他说我怎样一题一题新增哦，有没有其他方法？有，但我等一下再讲，我等一下再讲，好不好？我一样先针对试卷的这一段，哦，让大家有一点点练习的时间。我们可能没办法给到10分钟，我给大家5分钟到30分，我们练习一下，好不好？试卷的这一段，哦，为了掌，就是不要这个不要，就是还是要掌握一下时间呐，啊，我，哦，给大家5分钟练习一下试卷的这一段，自己试试看，哦，你就新增了两个题目。然后把这两个题目挑起来，变成一张卷子，
这样子我试试看 ,OK, 给大家到三点半练习看看。好，现在3点30分 ,OK, 好，那老师就是练习看看云端制卷这一段，说难其实真的也不难啦，但就是因为它是整个跳出 HiTeach 之外到我们的云平台去做，对于老师如果就算你很熟 HiTeach 也是一个新东西，那如果还不熟 HiTeach 老师更是一个全新的东西，所以会需要花点时间练习，但是其实练熟之后它没有那么难，但就是我刚讲的它就是一个取舍。你就是要上来这边这样子编，那你说这样有点麻烦，那就是取舍嘛。你想要有这么完整的题型，目前你就是需要来这边。如果你想要简单快速的考试，可以刚刚的 Excel 考法，或者是随堂纸本的考法都可以，就都可以做得到了。那
这边最后讲下一个，就是说，哎，那刚刚说有没有整份考卷汇入 HiTeach 里面？对不起，整份考卷汇入 IES 的方法有，好、哦、有，来，老师一样可以跟着我做一下哈、哦。我们刚刚在试卷这边不是给大家看，然后有一个智慧主卷跟挑题主卷吗？来，旁边还有个更多操作，哦、旁边还有个更多操作，你帮我按下去，更多操作里面会有两个按钮，我要介绍一下，一个叫导题主卷，一个叫个人分享。好，首先，什么是个人分享？如果你今天自己制好的卷子，你可以把它分享到你的学校里面去。哦、当然前提是你有加入我们 IES 的其中一所云端学校、哦。如果你现在听不懂这句话的，你先不用管、哦、因为我们 IES 有分个人也可以用，或者是你可以以一个学校单位大家一起用，大家在里面互通交流所有的资源。基本上如果你的学校有很多人在用 HiTeach， 你们可以建一个 IES 云端学校。好，但是呢，现在我讲很坦白，大部分的学校刚开始用 HiTeach， 目前还没有用到云端，哦，所以都是大家各自在用 HiTeach 而已，哦，还没有共同的云端学校，哦，那没关系。但我讲就是功能上是做得到。如果例如说，哦，我随便举例，像桃园的光明国中是已经有很多老师在用，他们就有光明国中的 IES 云端。那假设我是光明国中的其中一位老师，一位国文老师好了，我建好的题目，我就可以给把它分享出去，那其他光明的国文老师就也可以用嘛。哦、所以就是说建题目不用这么辛苦，我一个人自立自强，你建一课他建一课他建一课，我们大家传上去所有人就都可以用、哦、这是个人分享的部分。那再来另外一个要讲的就是这个导题主卷， OK， 这个导题主卷就是刚刚特别讲的，如果我想要把我现有的考卷直接汇入到 IES 里面可以怎么做。来，导题主卷我点下去，这边告诉你有两个做法，我们这里总共可以支援两种档案格式直接上传到我们的 IES 云端，一种叫 Word， 一种叫 Excel。 这两种档案格式的范本这边各都可以下载， OK。 所以我先讲 Excel， 因为 Excel 最简单、哦、Excel 最简单，你如果想用 Excel 格式把你的教材上传到、对不起，把你的考卷上传到我们的 IES 云端的话，你要做的事情就是在这个 Excel 范本下载这边去下载一个范本、哦、你应该是选择中文繁体版本。好，载下来的这个模板，你就把你的题目按照我们的模板的形式放进去之后存档，然后回到我们的导题主卷这边，按一下正中间这朵蓝色的云，去把你的题目传上来， OK， 这张考卷就可以整份汇入 IES。 好， Excel 就这么简单，好， Excel 就这么简单。那记得这边下面也有写跟我们在 HiTeach 里面操作的时候一样，支援康轩、翰林、南一的 Excel 试题直接汇入， OK。 好，那另外一种就是 Word。那大家都可以想象一件事， Word 跟 Excel 有个关键性的差异，就是 Word 的格式是很开放的， Excel 就是一格一格嘛，每一格你可以限制好它是数字还是文字还是日期什么的，它的格式相对封闭。封闭的好处就是老师不用担心，因为你只要按照它的格式填进去它一定不会错。可是 Word 不是这样，对不对？大家都知道 Word 是很开放式的，好，所以如果你想要在 Word 里面制作一份 IES 我们的云端可以看得懂的考卷，对不起哦，你还需要多一个使用说明，就是右手边这一份范本制作详情说明。那一份你把它点进去下载，它里面是一份 PDF 档还是 PPT 档，我有点忘记了哦，专门教你怎么做一份可以上传到 IES 的 Word 试卷。那这个东西我先讲，我今天不会教，因为它蛮复杂，它教起来至少要半个钟头。那我们之前的研习影片有很多次都已经完整带大家做过这个，所以如果老师你很希望可以学会怎么用 Word 档来上传 IES 试卷的话，这个范本制作详情说明请你把它载下来看，不会的话搭配我们的影片都有，但我今天就先不讲，但我就告诉你，你想要把整份考卷汇入 IES 可不可以？可以，两种做法，汇入 Excel 跟汇入 Word， 就这两种做法， OK。 好，所以这个老师 这就是我刚讲的比较属于展望型的，你今天不一定要会，
但我让你知道我有这个功能哦，老师以后如果想学，或者是你回家想自学，都很欢迎这样子。OK， 好，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在 Excel 云端去制作一张考卷的。对不起，我一直把，我是感冒有点脑雾，我今天一直把 Excel 跟 IES 这两个词混在一起。哦，这个就是我们在 IES 云端去制作一张考卷的所有的可能性。OK， 好。那最后我要来跟大家讲两个东西，好，这两个东西讲完，大家先等下不要急着离开，我们还有一些这个就是要请大家填的东西，以及我今天会抽书哦，我们会这个线上研习，不是每次啦，但通常我们会有一些抽奖，我今天会抽一本书送大家，先预告一下。好，所以我的课程内容最后我还要跟大家讲两个东西，这两个东西一样都不是今天我要教会你，当然如果你这个奇才，我现在这样讲你马上就会了，那恭喜你。但我的主要的目的都是让你知道有这个可能性，有这个可能性，你未来还可以去更延伸。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最一开始，如果老师你还记得我在介绍的时候，我在讲哪里啊，我在讲互动模式跟测验模式的差别的这一张图的时候，我就有说到下面这一栏，就是说互动模式仅可于单班单堂课进行，测验模式可在云端发起跨班跨科的测验。好，我现在就是要来讲这个发起跨班跨科的测验。OK， 好，来给大家看一下齁。一样齁，我先用图看，然后等下实际操作是给大家看。首先在云端里面，如果你要发起一个测验，你要做的事情呢就是点到，放大一点齁。点到我的活动里面的个人评量，我的活动里面的个人评量，然后这边就会有一堆你已经做过的评量，点开都可以看到我们刚刚讲每次评量的数据。但如果你要新增一个评量，就是点上面有个加号 ，OK， 就是我要新增一个评量。啊，新增一个评量，那这个评量就有些资讯嘛，比如说你评量的名称、你评量的模式、你评量的对象。好，那你要注意的就是，如果你希望在 HiTeach 里面让你的很多班的学生在课堂上面都要考这个试，你就要注意第一个评量模式，你要选智慧教室评量，也就是在教室里面的考试，用 HiTeach 里面的考试。OK， 这是第一个。欸，有声音吗？应该有声音啦齁。师生是指我沙哑吗？如果是指我沙哑，对，没错，我这两天非常沙哑。OK， 但我也不是现在才突然沙哑，我今天应该从一开始就很沙哑，我已经沙哑五天了，所以老师要注意最近那个天气变化。我们而且大家都知道，我们这种讲课的工作，你一沙哑很难救啊，因为没办法让喉咙休息，老师们都很辛苦。好，那我继续。OK， 你要选择智慧教室评量，选择智慧教室评量。OK， 它里面有别的选项，像什么线上评量啊，什么卷卡评量啊，先不管，你要选智慧教室评量，指的就是让学生在 HiTeach 课堂里面考试。OK， 那评量的对象这边什么叫做多跨班？就是你一次选不止一个班。OK， 你一次选很多个班。OK， 那你选很多个班，就代表这每一个班都要执行这个评量，所以下次啊，只要被发起了这个评量的班级，下次老师走进教室点开 HiTeach 的时候，在他的 HiTeach 的开始课堂的按钮旁边就会多这样一个红色，我现在框起来，这里红色的一个试卷的图案，他就是在提醒你说，欸，老师你有待进行的评量，那你就可以点进去然后来执行这个考试。假设我发起一年一班到一年十班，那就是每一个班点进去，我都会走进教室，我都会看到这个东西，然后你就可以去发起那个评量，这样子。OK， 好，所以这个就是跨班跨科测验的做法。那一样，我这边实际操作一次给大家看。哦，我们刚刚讲的，在我的活动里面的个人评量 ，OK， 我的活动里面的个人评量，好，你看这边就有很多现成的评量嘛，每一个评量里面都有它的数据。好，那我要请你看的呢，就是上面有个加号，有个加号，按一下新增一个评量，好，你就可以设定评量的名称，我今天就先乱打了，然后1234评量的名称，评量的模式就是这边
哦，请注意选智慧教室评量。评量的对象就是这里，你可以选很多个课。OK， 如果你选很多个课，他就那几个班都进去要执行这个评量，然后评量开始的时间、结束的时间，然后你要用哪一张卷子来执行这个评量 ，OK， 都发好之后就按一下右上角发布评量，哦，右上角这里右上角有一个发布评量，你的评量就启动了，启动了之后学生在 HiTeach 端就会看到那个按钮哦，点进去然后就可以执行评量，执行完之后就可以我们刚刚所做的所有事情。检讨啊，汇出数据啊，等等等等，全部就都可以做了。这样子，这就是一个跨班评量的发起方式。好，让老师稍微先指导一下。OK， 这一段我就不留时间给大家练习了，因为这是比较进阶的东西。我要来讲今天的最后一件事 ，Claudas 诊断分析。OK， 我们刚刚前面讲到了很多的功能，很多的数据，比如说平均分数啊，然后大家得几分，哪一题答对率高，哪一题答对率低，知识点的这个得分比重等等的，这些数据当然都很重要。可是老师，我们学过教育统计或是测验等等的，就知道还有很多更进阶的数据。如果说今天我做一个是一个测验，是希望能够得到这些超级无敌进阶的数据的时候，我们 IES 做不做得到？答案是。也做得到，但是它是一个另外付费的授权，好，所以这个我就是要讲清楚嘛，不要让大家以为说哦，都条件都一样。这个我接下来要讲的 Claudas 诊断分析，哈，如果你是我们的 Power User， 我们会给你这个授权。但如果是一般的学校老师，哈，或者是学校购买，就是看学校有没有购买到这个授权，因为它是独立的，它不是一个基本的 IES 功能。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如果你有这个授权，会发生什么事 ？OK。Claudas 诊断分析里面能做到的就是说每一个测验你做完之后都会看到这个 Claudas 诊断分析的按钮 ，OK， 按进去之后，第一个我这边不讲全部的图表，因为它全部图表超多张，我这边就讲一些就是常见的就好，我先给大家看全部图表的清单。他可以去做学生的成绩的分析，吼，就是说平均分啊、标准差啊什么这些都可以，那基本的。第二个，学生的落点，这个落点指的不是他上建中还是师大附中的那个落点，吼，这个落点指的是他的学习稳定度，他是稳定高分、稳定低分、不稳定高分还是不稳定低分，吼，每一个落点你会需要给他的一些教学跟辅助的策略是不一样的，学生的落点。再来第三个，试题的分析，吼，这个我们都知道嘛，考卷也有好有坏。哦，它的难易度、它的鉴别度哦等等的这些东西，我们都可以分析。第四个跟第五个就是知识点跟认知层次，哦，就是啊这边考试到底是哪些知识点比较强啊，哪些知识点比较弱啊？哦，我是学生是认知层次应用题比较强啊，还是分析比较弱啊等等的哦，你都可以去做到一些的判别。哦，这就是 Claudas 分析能够分析的所有的内容。那我们很简单的看几个图表做示范就好。哦，第一个学生的落点分析，刚讲的。例如说，我现在如果把红色这一条画起来，你会发现被我圈在里面的所有蓝色点点，每一个点点都是一个学生，他们的成绩都差不多，哦，都差不多。可是从左至右，他们的稳定度就差很多。所以有的人是稳定得到这个分数，他可能需要的就是啊，他可能就是例如说他都是80分，他差的就是20分的程度，你要帮助他。但有的学生是不稳定，他可能考试的方式、考试的策略，甚至有猜题的状况，他需要的帮助就不一样。这是第一个稳定度的分析。再来刚讲的试题的分析， OK， 每一题的难易度、每一题的鉴别度、每一题的高分组、低分组、得分的状况，他这边都可以很详细的去分析。我这边放两题就做一个示范，你看像这一题，这一题很明显的就很简单，为什么？因为我们把全班分成 R1 到 R6、哦，六个区块去看的话，从 R1 到 R5 全部都全对，有没有看到？全部的人都得满分，哦，然后只有 R6 掉下来一点点，啊，那这个题目就怎么样？偏简单嘛。好，那旁边这一题呢，刚好相反，你看哦 ，R1 到 R6， 哎，奇怪。R2、R3 掉下来 ，R4、R5、R6 反而又爬上去，哦，那这题的鉴别度可能就有问题，对不对？因为前段高分组的同学答错的多，低分组的同学答对的反而多。
哦，那老师就可以从这些很详细的图表里面，哦，去看到一些啊试卷的一些背后的数字代表的意义，哦，还有这些得分率啊，哦，这个知识点的比重啊等等的，哦，这边我就不细讲。总之，他可以看到非常多很详尽的数据就对了。OK， 那这个 Teladoc 功能虽然它是另外要授权的，但是它的好处就是，以往因为这些东西太复杂了，你只有在那些大型的段考、模考才有可能去做这些数据分析。现在有了我们的云端的系统，所有从 HiTeach 来的所有数据上来，就算只是一个一般的随堂小考，就算只是一个周考。当然啦，啊，你随堂小考可能没有知识点这些东西，可是它都还是能够去判断一些基本的，例如说题目对于高分组、低分组有没有鉴别度，例如说学生的学习稳定度。好，你任何一个小考，只要你有这个授权，都可以去做到这些事情。这跟以前就差很多，以前就只有一些大型的考试才有可能去做到这些东西。OK， 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更进阶的要来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介绍跟体验的部分。好，那讲到这边齁，我要再一次邀请大家，齁，我要再一次邀请大家，因为我们要进入到尾声了齁，我要再一次邀请大家帮我加入我的课堂一下，好不好？加入我的课堂一下，齁，我们最后要来跟大家有一些的简单的这个收尾 ，OK， 所以请大家一样，齁，你可以输入教师编号验证码，你可以透过 QR code。你也可以透过我现在此刻，哦，要再发一次给你，就是这一个 Google Meet， 对不起，这一个教室的连结。OK， 你可以点我给你的那个超连结，可以，你也可以扫 QR code， 好，然后你也可以呢，透过这个教室编号跟验证码来加入我的课程。请所有线上老师都再加入一次，因为最后我要做两件事。一件事情呢，是我想要这个掌握一下大家给我们的一些 feedback， 因为我们的重点不是只是哦，我讲线上的课最难的就是说我讲完，其实我也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进去，所以我想要问问大家的一些意见，我希望可以吸取大家的一些意见。好，那第二件事情，你为什么要连线？因为等一下我会从所有有连线的人里面来抽出这本书，哦，等一下我会介绍一下这本书，哦，等一下我会从所有有连线的人里面来做一个抽书这样子的一个最后的小活动，哦，所以你有连线才有抽奖机会，你没有连线就没有抽奖机会了，哦，所以我们再给大家30秒左右。 OK， 这个课程我们都有录影，哦，那之后我们都会把它放上到我们的那个 HiTeach 官方的 YouTube 账号上，哦，所以会在 YouTube 都还可以回顾这些影片。好，还有没有老师要连线的？现在只有大概一半的人哦，刚好一半，48人，24人，哦，应该还有一些老师这个还没有连的，连一下哦，抽奖不抽白不抽，而且最重要的还不只是抽奖，然后我们很希望能够拿到老师给我们的一些 feedback 跟回馈。好，倒数十秒，哦，没有连线我们就不管了，好不好？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好，时间到。好，我想问老师两个问题哦。那个，请老师等一下可以帮我用 IIS 很快速的作答一下。第一个齁，就是因为我相信今天有很多老师可能你是第一次听到 HiTeach 的测验模式齁，所以今天我们经过大概两个多小时的齁，就是 HiTeach 的测验模式，你听完之后齁，你听完之后 HiTeach 的测验模式，我想很直接的齁，很赤裸的问大家一个问题齁，你会现阶段有多想要应用在你的课堂上？OK， 那我给大家四个选项 ：A， 哦，马上，哦，你迫不及待想用 ；OK，B，哦，就是你会想用，可是你觉得有点复杂，哦，可能的再练一下
哦，再练一下你会想用哦，就是你可能现在还这个不急啦，然后想再练一下。C 呢，就再弱一点，就是考虑哦，可能你并没有觉得哎一定那么好哦。那猪哦，就是你可以选，没关系哦，不用怕伤害我，不想。OK， 你真的完全不会想要用它。好，来，我请大家刚刚有连线的老师帮我四个选项。哎，对不起，对不起。我改一下，我刚才有两个选项数，对不起。好，来 ，A、B、C、D， 麻烦大家帮我选一下，好不好？好，请有连线的老师都选。哦，我等，就是等一下我们抽奖，我会希望是就是这个老师们既然都连线了，都可以帮我回馈一下。好 ，A、B、C、D， 不用怕伤害我哈，我要最真实的答案，而且我也不知道你是谁，我也不知道你是谁。OK， 所以没差。好，剩一个11号，哎 ，OK， 好，都选了。好，我先来看一下大家的比重哈。好哦，太好了，应该没有怕伤害我哈，确实没有人选 D。那选 A 跟选 B 的都很多，选 C 的也有一点点。好，那我想要再接着问一个问题哈，大家知道 HiTeach 还有一个填充题的功能。我想要基于大家今天现在这个回答齁，你告诉我一下，比如说你马上会想用，你可以回答我最吸引你的是什么，或是让你这么马上想用的原因是什么。那你还想再练一下，你可能可以告诉我说你觉得难点是什么，你觉得你怕上手的地方或是什么，或是你还在考虑的，你可能觉得啊他没有办法满足你的需求的原因是什么。OK， 我想要你知道你这样选的背后的可能一些考量或是想法。所以呢，我启动一个填充题。好，麻烦各位老师，好不好？这是最后一个题目了，然后等一下我们就要来抽奖，不会再有下一题了。基于你刚刚的选择，我想要请你帮我写一下原因哦。想用是什么东西吸引你？因为如果说哦，比如说某个功能真的是很对到现场老师的需求，那我们就继续把它做得更厉害嘛。好、哦，那如果说哎，再练一下，或者是要考虑可能是哪些地方让你觉得会是比较大的难度，我、哦、希望我们可以怎么改善，希望我们可以加什么功能，或者是调整什么步骤，你觉得会让现场老师更能够就是轻松的上手、哦、都欢迎告诉我们，好不好、哦、所以给大家一点时间，这个应该需要比较久一点点，给大概两分钟、哦、帮我写一下填充题的部分。哦、我现在才看到几个老师的反馈、哦、那放心、哦、回放不会马上了，因为我们伙伴就是我们研习也很多，每次都要剪影片上平台，蛮辛苦的、哦、给大家给我们一点时间，但大概就是过几天我们就会把这个影片放到 YouTube 上面。好，那老师一边写这个我也一边再提醒大家一下，等一下这个做完之后，我们最后只会再做几件事，一个就是刚讲的抽书，另外一个就是要请老师记得，你一定要记得填我们今天最后的那个回馈单。哦，一定要记得填我们今天最后那个回馈单。那里面，如果你是有要这个研习时数的，一些相关的什么身份证啊，什么那些你个人的资料哦，一定要填写清楚哦，那个是你的权益。那同时呢，也请你要填写清楚我们的就是提摩豆的用户编号，也就是我们刚刚最一开始讲在 ITA 上面有一个十位数哦，你的名字下面有个十位数那个编号，请你要填写清楚。OK， 那个是我们能够发送 HiTeach 的授权给你的重要条件。OK， 那所有只要你今天有来参与研习的老师哈，我先给大家看一下一个 PPT。好，所有只要你今天有来参与研习的老师哈，你都可以拿到我们这个333的授权。这个333的授权为什么叫 333？ 因为我们总共会给老师9个月的授权，但是它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个阶段就是你今天有来参与研习，然后记得、哦、有填刚刚那个表单的老师确实有填写
而且有填好你的提摩豆用户编号的人，你之后就会在你的 HiTA 手机里面收到一张优惠券。我等一下会秀给大家看那个大概什么样子，你就可以启动第一个三个月的授权。那第二个就是，如果说老师你想要再拿到第二个三个月，它的条件是这边 ，OK， 研习一个月后使用 HiTeach 上课累积达三个 T 绿灯。什么叫做 T 绿灯 ？T 绿灯呢，指的就是你使用我们 HiTeach 熟练到一个程度，你上完课之后能够确实的使用这些科技工具，我们的系统就会给你一个绿灯 ，OK。好，那你如果不走的没关系，我等一下跟你讲怎么练习有 T 绿灯 ，OK？ 那你只要拿到三个 T 绿灯，你就可以再去兑换第二个阶段的333，也就是拿到第二个三个月。那最后第三个三个月，就是你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哦，去帮我们在你自己的脸书啊等等的社群 IG 分享使用的心得哦，跟人家分享说，哎、欸，真的你觉得HiTeach不错哦，那我们就再给你三个月，所以总共是九个月的授权 ，OK？ 总共是九个月的授权。好，那我先看一下后刚这个填通题。好，哎、欸，还有两个人没写。这个老师有要教吗？如果没有的话，我就要跳过咯。好，没关系齁，那我就先跳过了。好，来给大家看一下。好，就是说呢，只要你有领取我们的双 AI 的小工具，好，你在 HiTA 里面齁可以去看到。来，在 HiTA 里面，你可以去看到，在 HiTA 的发现页里面，发现的那个分页里面，会有一个全新双 AI 小工具。这个双 AI 小工具哦，你点进去可以去领取，但是它领取它会有一个前提，它会叫你先去填写那个，就是 HiTA 里面的账号进阶资讯哦，你就看着它啦，它都有引导，它会叫你去填写这个账号进阶资讯。你只要填完这个账号进阶资讯之后，回到我们的双 AI 小工具这边，又点进去可以领到那个所谓的双 AI 小工具。那领到那个双 AI 小工具之后呢，每一次你上完课，用 HiTeach 上完课，我们的系统就会自动推一个那个 AI 的小数据通知给你。这个通知就会把你使用 HiTeach 的熟练度分成绿灯、黄灯跟红灯。也就是看你多熟悉使用我们的系统，只要你累积达到三个绿灯，就可以来换第二个三个月，就是这样子哦，就是这样子。那你说啊，这个老师我之前都没有上过其他的课，我要怎么熟练到用三拿到三个绿灯啊？哦，非常的简单，我们都帮大家设想好了，请你到时候直接进入 YouTube， 到我们的平台，到我们的频道啦。或是你直接 Google 搜寻什么，你直接 Google 搜寻，我们真的是佛心公司。你直接 Google 搜寻 HiTeach 双绿灯，你会找到一个我本人拍摄的快速拿到 T 绿灯四大招十步骤。跟着他，跟着他学，不是他啦，就我，跟着我，你就可以很快速拿到 T 绿灯哦。上面都有教大家怎么做。好，都有教大家怎么做，因为我的目的也不是为难大家，我们的目的是让大家真的熟练 HiTeach， 好，所以你都可以跟着这个去学。好，那刚刚前面讲了这么多，我们来看一下齁，老师们的这个回馈，谢谢大家齁，我就回去再来认真的这个拜读一下。那我们就先来最后来抽书咯，好不好？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今天抽的这一本书齁，是我们 HiTeach 的工具书，那当然你上网也买得到。哦，但是今天我们就是免费来抽一本哦，送给今天在线上的老师，所以是以刚刚有连线的为主哦。刚上线名单总共有28人，我就从这28个里面挑一位老师，我们之后就把这个书送给你。好，我来挑个人。好，17号的淼淼老师，如果你有在线上的话，可不可以留言区帮我随便讲？哦，看到了，举手了。好，那请淼淼老师那个伙伴再帮我丢出我们那个 LINE 的资讯齁，请淼淼老师等一下加入，我请伙伴丢出来一个 LINE 的资讯，加入我们的官方 LINE， 好，现在丢出来了，加入我们的官方 LINE， 跟我们讲一下你的就是资料，我们才能把书寄给你。 OK， 那就恭喜淼淼老师。好，那其他老师齁，之后我们有办活动都还会有机会抽奖齁，所以不要担心。好，那最后呢，我就给大家这个东西，今天听完之后，当然齁，我们今天的影片会再上传到云端，
上传到那个 YouTube。但是呢，如果你觉得哎担心说还有很多东西你不太会的话，这个 QR code 是你的好朋友哦，这个 QR code 是你的好朋友，请你把这个 QR code 扫起来，或是大家等我一下哈、哦，我把这个 QR code 背后的网址也丢给大家。哦，这个是我真的是呕心沥血，哦，我前阵子除了上课之外都在做这个，它叫做 HiTeach 的学习资源地图，哦，里面有针对 HiTeach 的每一个功能。如果你想学会这个功能，你需要去哪里找到我们的影片，或者是你需要去哪里找到我们的教材，里面这个学习资源地图有非常详尽的介绍、哦、所以大家可以帮我扫进去，或者是我现在丢出来那个连结，你直接把它复制下来，相信我、哦、如果你要继续就是把 HiTeach 变熟的话，这个东西会是你非常好的朋友、哦、所以呢，大家就可以利用这个学习资源地图去就是更多的学习齁。那当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都欢迎透过我们的 LINE 来跟我们联系，这样子齁，我们都很乐意协助大家解决所有的问题。好，那如果没有其他的问题的话，我们就谢谢所有老师今天的参与。如果你还有问题齁，我们还有，我还会再留一下，欢迎留下来问我。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老师，我们今天的演习记得齁，那个表单一定要填哦，那是老师的权益。记得填写完表单好，那就可以下课了，就可以先下线。那有需要的老师都，有需要的老师再留下来问问题。OK， 好，谢谢大家。